那个蔡议员，你坐到部长的位置了，啊。那个议事人员哦，我来跟你讲，我来讲哈，咱这个
好，我们继续开会。那我们上午的议程是进行到第八条，就是在这一本条文对照表里面，好，我们处理到这个74页，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处理的是叶宜津委员等第九条，好，亲民党党团的第九条是在74页的这个部分，好，那我看一下74页到76页，好，总共有叶宜津委员第九条、黄伟哲委员等第九条、郑宝清的第九条、郑运鹏的第九条、高志鹏第九条、林俊宪的第九条、赖瑞龙的第九条。好，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意见？只要有意见的话，举个手，可以到我们发言台来发言。第九条，那有李俊委员等提了一个修正动议，好，那我请议事员稍微整理了一下，哈，这个是在右上角，哈，用手写的第九条条文对照表的第74页，注记的非常清楚，好，我们请议事员稍微协助一下，来，我先请议事员宣读，来。委员李俊毅等对于第九条提出修正动议，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依第八条规定应申报致财产，经本会调查认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遗漏或对于重要事实事项为不实说明者，该财产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并依第六条规定处理。宣读完毕。好，那个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来，那个徐冠伟，我们到上面，时间2分钟，好，啊，各位要发言举个手，我就可以看到。我会请议事人员登记来。哎，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那么有关这一条，我认为用推定是比较适当的哈，因为视为的话，那就是不给啊。好，以后纵然有反正也不得推翻。那用推定的话，那不管哪一个政党，当发生了这个状况，那你可以举反证推翻，举了反证推翻的话，那就可以把这一个有关依第八条规定应申报财产，那么认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遗漏重要事项，那推定为不当党产的话，你就可以举反证推翻，说你是正当取得的财产。我想这样子的话，在保护各方面都可以兼顾，那也可以兼顾我们不当党产处理条例里面所要处理的核心价值也通通具备了，所以对于用推定，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哦，那我赞成以上。好，那个各位委员还有没有什么意见？第九条，那个林德福委员，来。那个。我一直认为说推定这个字眼哈，当然，这个有斟酌的余地啦。为什么？因为你说推定，哦，那你再转个角度来看，你要是说确实哈，这个是为不当取得的财产哦，你去调查确实哦，那这个可能还比较明确一点。你用推定的，其实推定也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东西，哦，那你用不是很确定的东西，啊，然后再去举反证，我认为哈，哦，这个等于是，这个有一些好像让人家感觉说，这个推定并不是很确定的，哦，所以说我认为这个部分哦是有探讨的空间呐，啊。好，接下来刘兆豪委员。谢谢哈，这个视为跟推定，就是强度来讲是视为强度比较强啊，就是这样讲。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它不是全部都推定，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前提，就是调查认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遗漏等等这些人，这些才会推定是不当党产，不是说全部的都推定嘛，所以它事实上有前提的啦。哦，它有缺，它实际上是有前提的。好啊，另外如果推定。
因为前面在前提你被推定为不当取得的财产，但是你提出有利的证明，可以证明说啊，这个我老起和人民捐给我的，然后我去买的一个财产的话，那当然可以把这个推定给推翻啦、啊。哦，所以我认为这个奠定这个推定是会是比较好，是不错的方法了。以上，谢谢。好，那个陈昭明委员。勇敢的民进党执政的立委爱台湾。如果你推定你是一个委员会，这样就有这样的权利的话，它等于另外一个法院监察机关在。所以这一条，如果你们要改，我们得接受，但是要合理公平。该财产经法院判断判定，安尼好不？法院判定嘛。没有、啊、那个各位委员，维持一下会场秩序。好、哦，法院判定了，美员工市委判定，我们承认他嘛。好、哦，法院确定的时候，美员工你敢来？你那个什么不当财产那个委员会里面市委那个推定，哎，在我讲啊咯。我跟你讲啊，你们都很有学问，刚刚啊都是法律系毕业，那么多人解的架哈，唔当我按那临时修正动议说这个条款一条一条来修正。报告主席，我很尊重你，但是你规条甲规条，我发觉这个是你们党团的版本啊！你们用修正动议来啊，临时叫我们看，叫我们要同意你，我是很尊重你，大家合理公平来讨论嘛。虽然你们的学问比我们大，但是我看过一个晚上，我大概不亚于你们啦、啊。所以你别用我安尼来，所以你这个推电话那很加意哦，你来去来拦截，阿别来搞我吓别人啊！所以我是觉得改为经法院判定，安尼来改正啊咯。来那个。那法院那无在地人判定，因都在掉。我那都无迄落个啦，变做另外一个法院在那一边的啦。我相信你们摸着良心来听听看我们的道理在哪里啦。哦，这个法律博士过来啊，是怎样？还好欢迎啊！哦，我才过来的，读法律的。来，吴炳瑞委员。来，那个吴炳瑞委员，来，两分钟。主席，各位同仁是这样子的哈，这是因为你这是一条法律，是在整个的法的这一本法里面的一条，你如果单独给他抽出来看，你可能不是很清楚。他前面这个整本法就有讲。除了你原来就合法的可以使用的那些党产，譬如说你是政党的这个补助啦，然后是人民的捐献之外，其他的你原则上就是认为说是本来就是把它推定为不当党产嘛。那这一条只是明白的跟你讲说，如果在这个委员会要调查你的财产的时候，你还刻意或是重大过失去隐匿去或是遗漏或对重要事项为不实说明的话，那就推定为不当取得的财产。那在法律上是推定是这样子的，推定就是举证责任倒置，就是要被推定的对象要举出有利的证据之后才能够把这个推定打掉。那如果你不用推定的，你用视为，那是就算举反证都不能够更改，那个就是用法律规定给你强制拟制的齁。所以我是觉得说，你因为现在大家在讨论法条的时候，因为你要以整本法的这个结构再去看，而不是只有看一条条文啊。这里用推定是比较适当的，因为这个调查的这个机关给你调查完了之后，那如果你有这被调查的对象有这些的状况，法律所指的这些状况的时候，你推定为说你这个党产是不法的、不当取得的。那如果这个还是给你一个空间哦，如果你认为这个推定是不对的，你当然可以提起司法诉讼，哦，你可以走司法的救济途径来去把你这个推定给打掉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制度的规定是完整的。你在这个地方去改，这是很奇怪。如果这样改的话，那这一条根本就不用规定了哈。所以以上还是认为说这个修正案是正确的了哈。谢谢。好。接下来黄国昌委员，举手一下，我登记一下，好不好？来，黄国昌委员，
今天早上最后结束的时候啊，已经针对在我国的法律规范体系当中啊推定的概念啊，已经做了相当程度的阐释。那刚吴委员啊也进一步清楚的说明了。那我接下来要提供啊给大家的参考的资料啊，是事实上啊，德国他们在1990年的时候，针对政党及政治团体法里面就有修正了。增列的第20A还有20B啊的规定，那在20A啊跟20B啊，基本上啊就是在处理啊过去社会民主啊统一党在东德时代他所不当取得啊的财产。那这个法律啊的规定跟我们现在所采用啊的立法技术啊，基本上啊是相当的。那也就是说，只有可以在证明是依照基本法的实质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所取得的财产，才可以继续啊留用。如果没有办法尽到这样子啊的证明责任的话，这个时候啊就有关于他们所成立啊的委员会，针对不当取得财产啊的追讨，事实上啊是可以啊命没入的。那进一步啊，在这个法律啊通过了以后，社会民主统一党后来改成民主社会党，他们针对这个法律的规定啊，打到德国联邦宪法法庭当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清楚啊的宣示，就这个部分，申请人既然已经成为基本法下自由政治竞争的政党之一，就应该如同其他政党一样，其非依实质法治国基本原则取得之财产，就不受基本法第21条第一项啊之保障。那我相信啊，这个问题讨论到今天啊，不管是就形式上面啊的立法技术，还是实质上面啊的立法原理，某个程度上已经充分啊讨论过了。那希望未来能够以这个当作啊基础，来开展关于本法在其他在立法设计上面啊的规范，让整个立法臻于完确。谢谢。好，接下来陈昌明委员。有登记的，主席，各位委员，那我现在不谈推定，我要谈认定，你们不要笑。所以这里面你们处处设了陷阱。好，你认定啊，本会调查认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允诺遗漏或对于重要事项不为不实说明者，你这个认定如何认定？你搞公决条件嘛？所以你们都是在你们委那个调查委员会里面自作主张，但就用认定，但就用推定的，拢在恁讲的，天马行空，随你们自由心证来做。那个顾委员、顾大律师，你最反对自由心证。我官司请你打的时候，你说这个法官都自由心证，啊，你现在委员会我怎么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自由心证？我们习大律师名嘴也是一样啊，哈哈，这司法都是自由新政下来，所以人家漫无标准给我们一个选择嘛。所以这个法案条款你用临时条款那个动议出来，等一下又认定，等一下要推定，都是如何定我又不晓得标准在哪里，要有给大家遵循啊。虽然你们人事多数啦，好好考量啊。当场你们尽量查了，我们也欢迎啊。但是唔通讲安尼，不啦，你咧，迄个吴委员，我晓得你还你做过检察官的人啊，哦，法官的人啊，吼。啊，因今摆你开会出来讲啊，这个法官自由心证，我有什么办法？啊，认定跟推定等于是自由心证了吧？好好考虑一下啦，不要多事的暴力啦。谢谢。好，这个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接下来由魅力委员郑运鹏委员。啊，其实这个推定哦，当然这个用语上啊、哦，本来就是模糊的用语了哈、哦。不过他的问题不在这里啦，是在前面嘛，就说本会调查认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像这个是比较模糊的定义啦，故意啊，所谓故意或不故意啊，这个是不容易认定啊。好，这个是一个问题了。不过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个调查委员会了啊，因为他要做的等于是做司法判决这样子的工作，那
我们在司法判决上，我们常常都要讲，我想各位委员大家都很清楚嘛，司法判决要司法独立，不会受政治的影响，不会受政党的影响，这个是司法独立的最基本的精神。那这个调查委员会有没有办法做到像我们对司法独立这样子的要求来要求这个调查委员会？如果这个调查委员会不受所谓的独立审判的这样的约束，而由政党，好，谁执政，谁就组成主导主权，组成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来审判其他政党的所谓不当党产，这样有符合司法独立的精神吗？那这个他的结果哈，他所要做出来的结果，你看要认定不当党产，而且要剥夺已经在法律上，比如说已经过户好几次的这样子的民法上的财产权的合法权益，你要剥夺这个合法权益哦。那你用一个非司法独立精神的委员会来剥夺他在法律上已经完成的这个像财产的过户，这样合理吗？所以问题还是在回到源头啦齁。你要用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第一个他让执政的或是多数的党就来主导这样的委员会，然后来对其他政党、哦、不一定是对国民党啊，将来也有可能对其他政党来做司法判决所得到的结果，我觉得完全不合理。所以这个哦，从长计议啦，我个人来讲，我也不认为哈、哦，这个不应该来处理。政党应该要基于公平的原则，在未来啊，大家应该站在一个平等的立足点来竞争，不管过去的执政党或是现在的执政党，我们希望在将来的政党竞争，每一次的选举，大家都是站在公平的立场，这个我们同意。但是要追溯过去，党国时代、威权时代，那个、我们承认时间，当时的国家的财产跟政党的财产很多不明的地方，去把它调查清楚，我们也同意，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最后的目标是要做什么？是要政党公平嘛？让未来的政党竞争呢，是在一个公平的立足点上，那个、而不是清算斗争嘛？我想大家也应该都同意。谢谢。好，谢谢。接下来由美女委员，请各位把握一下时间呐，哈。来，由美女委员。我想其实这里很清楚哈，我们在处理这个不当党产条例。那这不当党产其实就是在威权时代进入到这个民主时代的时候，那许多属于这个国家的财产，那被他登记为党产，那这个部分呢，让他回归于民，回归于国家。所以在这里呢，这里当然就是一个非常的时期，就是一个非常的手段。因此呢，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委员会，然后就由委员会来调查，调查清楚之后，那这里一个前提就是要让大家来申报财产。那你今天你有义务来申报财产，结果呢，你把这个财产你又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遗漏，或是对重要的事项为不实说明，那当然这些呢，当然都应该要回归，就是他应该要被推定好为不当党取得的财产。那如果国民党呢觉得说推定了太不确定了，要把它视为，那我们也觉得也没什么不好，把它就很确定了，就是说你如果有隐匿的话，那就视为就不当党产，那就应该要被就是应该要回归。好，那当然这里在这里就是说，我想。我们今天是在一个立法的一个殿堂上、哦、不应该在那里嬉笑怒骂、这个嘻嘻哈哈的。其实我会觉得说，要么就是推定，要么就是视为，没有所谓的约定的这个问题、哦、那这里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条次、哦、因为这里就会牵涉到我们现在是要把它是第九条还是算第十条。那如果是第十条的话，当然就是会里面的这第八条跟第六条。那如果说这一条是属于第九条的话，那里面的相对的那个第八条就要改成第七条，那个第六条就要改成第五条。所以这个主席可能要处理一下。好，那个我们有待处理的条次会整理。来，郑玉鹏委员。
好，来，徐国勇委员，来，那个吴秉睿委员要登记发言。啊，我想我两点来让大家了解，要断定一个事实，我们行政机关有行政处分，一个警察可以开单，他就是已经对于说啊你违规，或者是怎么样，他就必须根据相关的证据，然后做出他的行政处分。这个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其实就是这样子。至于他根据这个，那做出了行政处分，假设哪个政党的不当党产，那被依这个做了处分以后被推定为不当党产，做了处分以后你还是有司法救济的途径嘛？所以其实这个是给一个政党的不当党产处理过程里面多了一个他在法律上有更多可以主张的事由。那推定其实就是个举证责任的导致而已嘛，本来是应该你去举证的，反过来把举证责任导致过来，是应该本来甲方举证变成乙方举证而已嘛。所以我再次的强调说，这一条我们为什么把视为改为推定，其实是对政党是有利的，尤其对拥有不当党产的政党是有利的。所以如果从这里来讲，我们是更多的善意，希望能够把这个法律定得更加的完善。哦，以上。好，接下来陈昌明委员。哦，陈昌明已经第三次发言了。嗯。主席，各位委员，虽然法律的内涵知识我们没有你们的雄厚，但是我打过16年的官司，我这里面的起起伏伏我了解到很多。你们认定推定是你们扩大空间的解释，也就是你们常常在骂司法不公平的自由新政。刚刚你们在讨论到说，我们还有救济的途径，你这个条文哪里有什么救济的途径？我们如果到行政的那个试验委员打输了，还有一个行政法庭呢，你们这边都没有呢，就依第六条规定来办理，你们推定就可以了呢。所以这里面大家好好考虑啊，你不要假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之实啊。哦，我是跟你讲，好不不你的爸，但是被司法受过苦，我比你们还深。啊，我跟你讲啊，这里底啊哈。然后谈到这样，你们一讲不当的财产，现在台湾分作两种现象，民进党是把戒严时期的时候迁来大陆的时候开始，但是在大陆以前，日本在台湾，这个台湾变成他掠夺资源的工具，也是打仗的工具。日本时代的时候，有多少是去强占我们台湾人民百姓？伟大勇敢的民进党，我们再继续追查这个，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战争是很无情残酷的，大家要生存下来，什么手段都在用。那把日本日据时代对台湾的慰安妇什么的时候，都把它调查清楚。不，我感觉你不是勇敢的台湾人，你是吃沙西米的台湾人。谢谢。好，接下来吴秉睿委员。哎，主席，各位同仁哦，刚刚陈昌明委员说他法律知识不太够，但是因为他打官司经验很多，所以他还是讲给我们听了。那如果不太够的时候，人家在讲的时候，你要注意听。好，你不要说你不听就是急的想要讲你等一下要讲的话。这个法律的体系不是只有这一条嘛？整个国家关于行政权如何行使，行政权当然有权利认定事实，然后做成处分。我们如果对行政权的处分有所不服的时候，就是像你讲要走诉愿行政诉讼的程序去做成行政的救济，诉讼的救司法的救济。那这里把你这样规定，就是说第一个大家要注意，这个委员会它本身组成的结构，各党派不可以超过三分之一嘛，它在还要经过立法院来同意，所以这个委员的，我觉得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呢，它不会偏于哪一党的。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里面讲说，那你给你认定的事实，
这个事实包括说，你本会认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遗漏，或对重要事项为不实说明，这个是行政机关的认定。所以这种时候，这样的财产是推定为不当取得的财产。你对于行政机关这样的认定有所不服，你当然可以去提起诉愿、行政诉讼。那如果你另外一个角度说，你认为你这个财产的后来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你这个财产取得是正当的，你也可以另外提起一个来认定这是正当的。所以无论是你对于前面行政机这个委员会对你的认定，还是后面对于这个财产的推定，你有所意见的时候，都有司法的救济管道可以救济，而不是像你想象说哦，这没有规定。因为我在补充一句话啦，你常常喜欢拿自由新政这四个字做文章，其实在刑事诉讼法里面的自由新政根本就不是像你讲的这个样子。所谓自由新政，就得为证据的这些证据，在法院的心里它占多少的比例，是由法院自由来量定。当然是前提是先要有证据能力，而不是像你讲的随便拿来都是可以这样随便霍霍拉自己决定。那个自由行政的用意一再的在这个地方一再的重复，然后一再的让社会产生误解，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啦。你可不可以讲？你讲第四届了呢？来。吴委员的法律常识知识我非常的了解，他今天法官的话好弄办了。其实我们今天我为什么会谈到自由行政，你们要用的时候你们就不承认自由行政啊，如果好对你们不利，你说这个自由行政的一种裁判，我相信顾律师、徐律师你们都有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形，跟他的价公告我未来我仍然不相信很多。那刚刚有谈到啊，说认定、推定各方面的一个功能在这边。我今天举例一个例子，今天的修正动议突然出来，我很尊重你们。我觉得你好不卡八丢，八个有当过律师资格的人，这个文件突然掉出来要给我看。如果你是泱泱真的是公平的执政党，报告抓委。把这个提早一天，我们都没话讲。临时推来，但叫变一条，变一条。你是叫做明修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佩服你艺术技巧的功能，但是那个假，你那个假，唔能够安尼傲慢落呀。你是讲啊，你当算了，对啊，不是要安怎样啊？我以往也都很尊重你们了啊，谈的有道理，我们就要让。今天恁提出来，大家讲到拢就得力。换做以前啊，哪里麦克风不见了啦？我今天来讲吼，你们修不要紧，你党团贴出，我叫恁来修。今麦拢讲到有道理的啊，我唔知道理的，但偷偷摸摸的行为不是你们现在贵为主的所做的啦。希望做一点改进，我就心如过。啊，无我这发点唔捌的人，我感觉讲安尼下你冤屈掉啊，我实在心非常。觉得难过，觉得不公平啊！谢谢、那個、各位跟委员会提醒，大家互相尊重啊、哦。这个陈超明委员的被告经验也非常丰富了啊、那有一些法庭亲身的经验，也可以提供各位参考啊、哦。来，那个来那个林维洲委员，还有啊叶怡君了，好，来接下来叶怡君委员，好。那个。我要讲啊，就是说这个国民党的党产哈，从这个历史上来看啊，中间有很多复杂的因素，那有没有一些不当的党产啊？这个一定有。好，那如何去把它找出来，确定还给该还的对象，这个我都同意了哈。不过刚刚我们听到哦，就是说这个。民进党的朋友讲到，就是说他基本上这个调查委员会是一个行政机关，然后他所做的是一种行政处分的这样子的理论基础了哈。所以虽然他认定之后行政处分所为的行政这个措施之后，如果有不服，可以透过所谓一般的行政处分来做诉愿、再诉愿，甚至行政诉讼，啊，这样子的救济方式。不过我要请教的就是一点了、哦、你如果把这个调查委员会定位为一
般的所谓行政单位所做的行政处分，一般我们的行政处分能够去处理历史的问题吗？我们的行政处分能够违背现在的法律去处理五十年前所你要认定它为违法吗？有办法吗？我们的行政处分有哪一条任何一个行政处分可以去处分这样的能够作为这样的一个行政处分？这个层次不是在行政处分嘛？这个很明显了、啊，这个是宪法层次的，所谓调查委员会或是处转条例里面真相调查委员会也一样，它是宪法层次的，才能超越现有的法律嘛？不然你要如何用行政处分来对抗民法里面的财产相关的这些法律所为呢？所以前后不是矛盾吗？把它层次定位为一种行政处分，所以你可以救济，你可以诉愿，然后再经过司法机关再去这个判决，这个层次很低耶、欸。啊，现在行政处分可以去处分五十年前已经刑事上合法，合不合理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检讨。但是已经合法，比如说不动产，他随附组织也好，不管什么因素。过户了给好，大家常讲妇联会也好，救国团也好，后来救国团又拍卖的手段，然后卖给其他的第三者也好，我们要用这样子的所谓行政处分，去把那些财产都追出来，然后扰动社会，让这个社会付出很严重的对立这样的代价吗？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好。那个叶一金委员完哈，那个林德福委员，我们就截止登记了哈，因为大家已经发言好几轮。好，王玉明委员最后一个来，来那个叶一金。好了好了，那个会场继续。虽然我是提案人之一，但是我赞成接受更完整的修正动议。因为刚才林维洲委员所讲的这些理由呢，其实在在就是我们今天要需要赋予他法律上的位阶跟权利，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需要这个特别法的立例。而这样子的做法呢，我们并不是什么开什么了不起的先例，事实上在东西德的处理方式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特别法处理。而当然这因为是历史的包袱，经过这个长久的历史演化而来，这里面有许多，特别是附随组织的部分呢，有许多的可能已经转手的等等的，所以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马上立即处理或者是所谓的搅动的，所以我们才需要这个法。我们也没有说要溯及既往，或者一定要怎么样去处理善意的第三者这部分，而是至少要让这个调查，这个法通过，让调查可以很清楚的厘清历史的真相跟所有历史的轨迹啊。至于怎么样处理呢？其实在处理的过程里面，委员会必须要对社会交代，也寻求在这种过程里面寻求社会的共识，甚至于我们没有，这里面并没有任何一个特别是在第九条第十条呢，并没有溯及既往的这个文字在里面哈。所以我们只是说在现有的状况，在调查在认定的时候，有故意的隐匿遗漏的时候，才有做一个处分啊。请这个各位委员不用太紧张。好，接下来林德福委员。我截止登记了。好，我想哈，因为本委员会刚刚林维洲林委员哈有特别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行政的处分。也没有逾越超过这个司法的这个等于是认定跟判定。那我想我们今天那个叶部长，我想你是宪法专家齁，那大家也很尊重你。
我请你上来也做一些说明好不好？来，好，因为确实这个行政处分，你要是说今天超越这个整个司法，那其实我们当初也一直认为说，你要认为哪里不当、哪里不对，送这个司法调查、送监察院，我们都接受，其实我们都 OK 的。但是现在变成说，我就是一个委员会，我来认定怎么样？那认定怎么样，他就就是你要去推缓证，不然的话，你这个就是不当。来，我请那个部长来做一些说明阐述，好不好？因为你是宪法专家，我们都很尊重你啊。谢谢委员哦。这个现在的处理方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组织怎么设计，一个是程序怎么进行。组织的设计的部分采取的是委员会，他的提名，他的什么有一定的机制。那程序的部分，下一条还会提到，还要经过听证，所以程序更严谨，组织更反映专业跟多元，它背后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独断。其实我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等到这个委员会真正做出决定的时候，基本上它是建立在一个比一般我们正常的部会去处理的情况之下，更能够组织反映专业，更能够程序反映反映公开透明那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是蛮合乎现在去处理不当党产这样子议题，能够让大家比较能够信服。那你认为要是说直接你认为哪里有很多不应该不当的地方，直接提出到法院啊，到监察院，您的认定看法呢？如果毕竟他有他的独立性嘛，对不 对？如果类似这样的一个机关，他经过一定这样的程序，那他所做出的处分，当事人还是不服，那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向法院请求救济。当然，那里是救济的部分啊，但是你总不能说这几个委员超越司法，超越监察，对不对？监察委员。因为现在症结点就是在这里啊，因为我们今天要是没有司法制度，没有监察委员，那当然另当而论。我们是有，那有你要是认为说过去国民党所有的这些财产全部都是不法，你全部把它移送，然后让他们去做调查，认为哪里不当，你就应该要归给国家。我认为那很合理吧？那个叶部长，你有什么看法？我对于大院现在在走的方向是希望让不当党产的认定跟处理变成行政处分，能够用更公开透明，然后能够程序上更能够让大家所接受的方式去处理。我认为这个方向是蛮值得认同的，就这个方向而已。那至于怎么样设计，详细设计，那基本上方向是 OK。你问题是那个实质啊，因为我们今天要这部分都非常尊重大院的决定。那个叶部长，我们要实质，实质所谓实质就是说，今天你要是透过司法系统，透过监察委员，你再调查十次、二十次、一百次，我认为那个它有它的独立性，那个整个社会大众其实大家是能够比较能够认同肯定。但是你用行政作为，然后来调查，因为毕竟今天所有提案的这些委员全部都是民进党的委员，几乎啦，而且是每一条就提出来修正。那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根据比较实质的去看，我认为说其实林委员时间到了，你要是说今天真的不当党产的话，他有实质的真的是过去不当取得，站在我们国民党委员，其实我们也认为说不当取得不能留，一定要做处理，所以说我认为说那个部长这个部分你应该好好的去审慎的去研究探讨，谢谢。好，接下来王玉明委员。谢谢主席哦，主席，我同样有问题要请教一下我们叶部长哦，是不是可以请这个部长上台哈？不是啊，今天部长都在现场啊，所以我们当然请教他。来了，可以了。那个王伟是。部长，关于这个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585号的解释意志，我不晓得您对于这部分了不了解。585号解释是有关319枪击案，那么组成了真相调查委员会
那对于它的性质有所疑义，所以大法官做出的解释，大法官基本上是认定这个委员会是属于立法性质，但是他对立法的调查提出了三个限制。第一个限制就是这要跟立法本来的权限是相一致的，换句话说不能跳脱立法本来的权限。那第二个部分，对于当前独立行使职权的这些权限不能侵犯，所以法院本来该有独立行使的职权不能侵犯，对，像比如说法院他本来已经存在的职权，那他还是应该让他还是有那样的职权。是。那第三个就是说，过程当中对于行政的特权有关资讯的部分要能够掌握，在这三个基础之下，大法官认为某一些规定是违宪的啊，但是某一些是可行的，这是释字585号解释的内容。好，非常谢谢部长的说明哦。为什么本席特别提到这个319的这个征调会当时合宪性？其实大法官做出这样的裁释哦。同样的，本席要请教的就是说，今天我们立法院在审议的这一个有关于党产的处理哦，我们在行政院下设的这一个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它的权力有没有过大或过当，或者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有没有违反刚刚你讲的第二条？就是宪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权力分立的原则。而且刚刚其实所提出来的修正动议，就是说一个委员会的权力可以有这么大吗？就是说本会调查认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遗漏，或对于重要事项为不实说明者，该财产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当时这个319征调会呢，事实上被大法官这边解释为他其实有权力过大的问题，他可能侵犯到其他的这个司法上面的权力。那同样的，就一个行政院下辖的这样子的一个委员会来讲，他有没有权力过当，违反我们权力分立的问题？而且他可以很主观的认定，经由这个委员会认定他是不是有故意或重大，他认定就是这个部分。在同样的道理上面，您认为呢？就您这个法律上面的见解。我的理解是现在定位成是一个行政的行政权底下的一个调查跟决定的机关，那用程序比较公开透明来保障他的尊严啊。那对于原来有的法院的救济并没有剥夺，也就是他做出的决定如果当事人不服，那还是应该到法院里面争讼啊。那但是就个这个程序的设计而言，包括这里面所提到的对某些情况之下他做推定或视为，我的理解是这等于是立法院本身对这个委员会给他们做一些基础的法律上、效力上的规定。另外一个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探究清楚。刚刚其实部长的解释也蛮清楚。另外一个本席要请教你的，就是说，那个时间，既然这是属于行政下面的一个权利哦，他跟监察院，我要请教部长的是，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宪法讲究的是五权分立，今天到底这样子的一个委员会下辖在？就是我们行政机关下面的某一个委员会比较独立超然，还是应该要由独立的监察院就是来行使刚刚大家想要达到这些目的，您认为呢？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超过很久了。那确实监察院有他本来的职权，他的职权也随着他主要是进行对政策的纠正跟公务员的弹劾，因为这个案子过去，所以这样子的类型比较不一样，跟今天比较要处理的性质比较不一样。之前监察院那个王委员，时间超过很久了，好，讲了快五分钟了。好了，我们在委员会就是要把问题探讨清楚，这样才有意义了，好不好？好，先谢谢部长说明。好，谢谢。好，那个我们这个第九条都已经发言完毕啊，也经过充分的一个讨论，我们已经截止登记了。那第九条。不啦，要讲爱较早来，人讲规波讲遐久啊，截止登记拢宣告啊，大家互相尊重啦，好不好？因为你们在超过时间，我都没有制止，都尊重大家讲完，好不好？好啦，那个等一下再发言了，好不好？我们那个第九条，叶一金有提的一个修正动议，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我现在先保留，等一下我还有这个大家有没有意见？我在处理的。好，暂保留，我们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
第十条。第十条是第几页？七十六页。好，七十六第八十三嘛，哈。好，那个第十条哈，叶怡津委员的第十条，时代力量的第十四条是从七十六页开始啊，请各位注意一下页次啊。那黄伟哲委员第十条，亲民党第十条，郑宝清第十条，陈廷飞第十条，郑玉门第十条，林俊宪第十条，赖瑞龙第十条，来。这个从七十六到八十二，叶一金等委员提了这个修正的动议，啊、哦，我请议事人员宣读，那也请议事那个议事人员，这个要拿给所有的委员，啊、哦，就版面了、啊，刚刚那一页的第这个叶一金委员的第十条，哎，来那个议事人员先跟国民党的委员讲清楚哪一条。好，先读来。委员洪忠义等对条文对照表第七十七页，也就是叶怡津委员的第十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本会之调查得为下列行为：一、向有关机关购调取卷宗及资料，亦得向税捐稽征机关调取财产、所得、营业、纳税等资料，不受税捐稽征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之限制；二、要求法人、团体或个人提供账册、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资料或证物；三、派员前往有关机关购、团体或事业之所在地、事务所、营业所或其他场所或个人之住居所为必要之调查；四、以书面通知相关之人陈述意见，通知书中应记载询问目的、时间、地点，得否委托他人到场及不到场所生之效果；五、其他必要之调查方法，前项调查发现有与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财产之来源、取得方式相关之资料者，得为复制、留存备份，必要时并得临时封存有关资料或证物，或吸去、留置其全部或一部，但其封存、吸去或留置之范围及期间，以供调查、鉴定或其他为保全之目的所必要者为限。封存、吸去或留置属于中央或地方机关购持有之资料或证物者，应经主管长官允许，但主管长官除有妨害重大国家利益之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吸去之资料或证物原持有之机关购，应加盖图章，并由调查人员发给收据。本条之调查应恪遵正当法律程序，以符合比例原则之方式为之。本会派员执行调查时，应出示有关执行职务之证明文件，其未出示者，受调查者得拒绝之。为执行本条之调查，本会于必要时得请各级政府机关或警察机关协助。宣读完毕。那个针对第十条，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要发言的请举手一下，我请议事人员登记一下。来，举手一下，来。好好好，那个李彦秀、王玉敏、这个林德虎，还有徐委员，好、哦，还有那个叶怡津委员，好，来，第一位林德虎委员，哈、哦，来，啊，李彦秀，抱歉，来，我是不是先请一下部长，好不好？好、啊，部长来。部长，我是非常尊敬你在很多法律上的见解哦，所以我就接着继续问哦，在这一条修正动议里面哦，有关于前项调查发现有政党附随组织哦，提到因为第九条也有附随组织这个概念哦，那其实附随组织在法律的定义上其实是非常空洞的概念，什么叫做附随组织？这个在法律上的定义其实是非常不清楚。由谁来认定它附随组织的层面是到底牵扯关联性到哪个程度？什么叫做政党的附随组织？如果说政党有党员的部分，然后他又这个党员又去参与其他的
民间团体，这个团体叫是不是叫做赋水组织？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整本法条里面有好几条提到赋水组织，我们要不要把赋水组织定义清楚？因为这个不当，这个整个条例的讨论，我觉得其实未来会不会有其他政党也要列入去做使用？那其实很多政党自己都有各自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会不会也是叫做赋水组织之一？我想听一听，部长，你对于赋水组织的定义，这是第一点。第二，前一阵子有关于228文件外泄的时候，宪兵去调查权的时候，我们本院很多的委员认为，这个司法权要不要对于宪兵的司法权要不要收回来这件事情？那今天又有类似像未来有宪兵搜索这样的状况，会不会跟本院很多委员过去在很多其他的案子当中所发言会有所冲突？那其实我们现在所有民间的调查其实都要搜索票哦。那对于类似处理这个党产的案例，我们让这个警察不需要去搜索票，宪兵不需要搜索票就可以去调查，这个会不会有法律上的行使不一致的问题？我是不是请部长可以针对这几点回复我一下？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我发觉其实，我们委员会好像之前都有处理过了赋水组织哈，赋水组织原来的第四条，的第二部分都已经有定义，指独立存在啊，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就是类似这样的哈，它本来就有了哈，就是说，但是把它定义清楚，当然是不错的。那现在也有处理。那第二个就有关这个在职权行使过程当中的一些比较强制性的作为，恐怕这个一方面要合乎正当程序。那我也看到这里有部长，所以你想说我也并不是不同意，但是你刚刚讲的正当程序，那就是所有的案件也都要一致性的处理，而不是说针对未来处理党产这件事情，我们给宪兵让他有去搜索权，其他的案子我们是需要有搜索票才能进入人家家里去做调查。我觉得这个法的一致性是要兼顾的，好不好？好了，那个大家好，那个跟各位报告哈，这个我们维持一下秩序好不好？你时间到了，好了，大家要互相尊重，好不好？那个时间也请各位掌握一下啊，下面委员也维持一下秩序，好不好？好，那接下来王玉敏委员。好了，不要生气了，好，那个审法案，好，主席，各位委员好，我想这一部法讨论到现在，我们发现它有非常非常多特别的限制了哈，特别除外的条款，真的是一部非常特别的法了哈。这个有关于第一项的时候，它要排除税捐稽征法第33条规定的限制。前面还有条文是要排除这个民法的这个追溯期了哈，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另外一个，我觉得最严重的是，之前大家都有提到，人民其实在宪法上是保障人民在这块土地就是自由平等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这边所写的派员前往有关机关、团体或事业所在地、事务所、营业所或其他场所。或个人之住居所为必要之调查，个人之住居所，请问这是一条什么无限上纲太上皇的条文啊？个人居住所，只要我认定，我就可以到你家去。我们司法机关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我们竟然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口口声声说是一个行政法里面赋予他这么大的权限。可以到个人家里面去，而且是由他主观的认定。大家真的都觉得这样的法条没有违宪之余吗？之前宪兵事件，大家口口声声就说宪兵他还依照这样的规定到民宅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白色恐怖。那我请问，这是什么恐怖？只要一认定就可以跑到家里面去，跑到他的工作处所去，不需要有一定的任何的规范跟限制。真的有权力这么大的委员会吗？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真的要认真去思考一下。今天你说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是设在行政院下，但是你在这边的条文又赋予他强制处分、强制调查的权限，有没有违宪？
有没有违反释字第五八五号解释的疑虑？为什么我们可以让一个你说名称是在行政院底下的一个委员会，但是他的权力竟然高于我们的司法单位，可以直接入侵到一个人的工作场所，还有居住所？这是我们口口声声要的，我们要的去除白色恐怖之后，我们要的一个自由平等的，让人人享有在这块土地自由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吗？这样子你会让这个人民陷于多大的恐慌之中？我觉得大家想要整个政党更透明，财产更透明，这个我们通通都支持。但是如果你比例过当，你设置的机制不当，而去侵犯到一些人民的权益，我想宪法才是最高上位的一个保障人民权利自由的一个法令哦。任何的法令，你再怎么伟大，都不可以违反宪法的精神。提供给各位委员参考，谢谢。好，接下来徐玉仁委员来。啊，抱歉抱歉，林德虎委员，抱歉抱歉。来，徐玉仁先来。那接下来林德虎，啊，再来是叶一金，好，哦，周春米。这个你们两位律师派一个就好了，好不好？那个顾立雄跟徐国勇来。好，主席，我想请教一下部长。部长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几个对于条文解释的问题哈。这个部长想请教一下哈，就是说就第一项啊。得向税捐稽征机关调阅财产所得、营业纳税等资料，不受税捐稽征法第33条规定之限制。那这个是除了那个限制以外的，它都可以吗？这个是不是过于扩大解释？这部分可不可以就你这部分回答一下？那第二个、第二、第三、第四的，我的理解上好像是说，以这样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他的权力是不是过大？那再加上最后一条，他说为执行本条之调查，本会于必要时得请各级政府机关或警察机关协助。那这个是不是形成一个可能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权力机关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这部分是不是请部长解释一下？啊，谢谢委员。我想这个案子这个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哦，我们在场很多委员都是真的才是专家了，哦，真的都是专家，对这个议题的掌握真的都是专家。那我觉得我只能对比较我认为比较通案，那能够确定这样子的内容能够以后能够确实也能够执行这样的角度，然后来能够提供协助哈。那最后一条，他这样解释是不是说，以后未来这个委员会，他可以发调查委员会，他可以发搜索票啊？因为看起来很像是的各级政府机关或警察机关协助，也就是说，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进入到民宅搜索，对吗？这个是不是？这个我想还是请提案的委员来说明，可能比较好了哈。哦嗯，好。哎呦，这个不会说到你家去啦，要先认定34年以前啦，是吧？好，那个各位委员同仁来。全民乱讲哎，好，那个各位委员维持一下秩序，尊重这个发言的委员，好不好？那个徐委员，你还有要发言吗？好，谢谢。好。好，打了哈，这个维持一下秩序，维持一下秩序。好，接下来林德福委员，好不好？人家没有要你们说明，这个你们就不要说明了。哎，来，听邓委员，大家互相尊重了哈。我想哦，要提案委员说明哦，结果马上就把话题岔开。那个主席啊，我跟你讲哦，主席哥，啊，那给你拿工哦，大家这个针对法条里面的内容来探讨的话，你应该把它阐释清楚。哦，那其实这里面确实存在有很多的问题。哎，这个调查委员哦，他涵盖了这个司法官，涵盖了这个就是像我们那个监察委员一样，甚至于还涵盖了这个调查局啊，整个都涵盖在他哎，其所有的权力一身大一身上。
还可以去刚刚我们那个许议员许委员所讲的，等于是搜索一样。这个你要是说今天没有阐释清楚，讲实在话，为什么叶部长他说要提案委员来做说明？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叶部长是学法的，他认为说这样的操作方式，真的讲，今天为什么他说要提案委员来做说明？他认为这个要去做一些解释说明，可能比较不适当。哦，那我们都知道学法的，他也认为说我今天不适当的，我继续来硬凹，他会变成说他教那么多学生，学生怎么看他，对不对？从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说，讲实在话，咱拢真清楚嘛，对不对？我们不要用各种的方式来硬凹，哦，因为你这些委员有权力那么大，无上大，对不对？哦，及这个所有的调查局，哦，这些这个调查员，甚至于说这个司法官啊，包括监察委员，哎，集一身呢，哦，还可以要求警察，甚至要求宪兵来做配合、做搜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这真清楚嘛？这个其实哦，我们一定要摊在阳光下，让大家来检视嘛。哦，我认为说，今天我们是针对法条里面的内容来探讨，我们绝对没有逾越，没有过分。哦，谢谢。好，那个我请提案委员叶一经委员说明两分钟。来，那个重复的话就不要讲了，好不好？来，叶委员，大家把握一下时间，大家互相尊重了哈。好，我们就来，叶委员，报告各位委员，这个叫做这一条呢，叫做调查，调查，调查，很重要，讲三遍。国民党如果真的愿意有诚意，要好好来厘清这个党产到底当或不当，那么调查是非常必要而且重要的。行政权的调查没有强制处分权，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没有搜索票的问题，因为只是调查，对象是政党跟附随组织或者受托人啊。所谓的没有强制性，但是个人之居住所，我很简单的这样说，比如说调查的必要，这里面有一些呢已经是非常的年长了，他有宝贵的实际的经验或者证据，但是他行动不太方便，我们就其住所去做调查，当然是经过他的同意才去调查，没有所谓的搜索票或者强制的问题。或者国民党也常常说李登辉前总统 A 了他们不少的党产，其实呢，这个对李登辉总统来讲很不公平，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透过调查给他一个清楚说明厘清的机会？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所谓的个人住所必要之调查的这个部分。我要再强调一次，这只是行政调查，行政权的调查，对于整个党产的当或不当的厘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调查国民党都不愿意开始，那我们就真的 没有办法了解他到底是为什么。好，周春明委员。来，那个掌握把握一下时间，哎。那个我们截止登记，刚刚汪玉明委员是最后一个。我想我就接下来再补充说明这个十一条第三款的这个调查。事实上，在我们相关的行政法规，封存相关的文件跟证件哦，其实行政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也有封存相关文件跟证件的权利哦。我们举一些相关的法令来请国民党的委员参考。第一个就是319枪击事件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8-1哦，那就是封存吸取或留置于政府机关持有的证件资料，或者是证明有妨碍重大国家利益，这个都可以这个吸取封存留置。
另外，监察法27条，调查人员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临时封存有关的证件，或吸取其全部或一部。另外，在征交法，主管机关是金管会哈，征交法64条有这样相关的规定，期货交易法也有这样相关的规定，所以行政权在调查封存相关的文件是合法合宪的啊。那请国民党委员能够理解这部分的立法，谢谢。好，那接下来顾立雄委员。来，主席、各位同仁，其实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条文，然后对照那个《公民交易法》的27条，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的相关的条文的内容，都会在《公民交易法》27条找到相关的依据。包括像这一个有关机关调取相关的资料等等的，这在公平交易法的27条的第一项的第二款，那么以及要求法人或团体提供账册等等，这些也是在公平交易法的27条的第一项的第二款。那么派员前往这一个有关机关的团体、事业或这一个个人的所在地为必要的调查，也在公平交易法的27条的第一项的第三款。那另外呢，就这一个相关的这个证物呢，在公平交易法的第二项呢，也有扣留的相关规定。刚刚周春米委员也提了相关许多其他的法令，也有类似的规定。那么这边呢，只是将这一个就调查鉴定后其他为保全目的所必要者违宪的范围之内，将这一个证物呢，可以为复制留存。然后可以封存或吸取留置等等，所以这相关的规定在公民交易法有关赋予这公民会委员跟调查官的这个行政调查权都有类似的相关的规范。那就中央或地方机关呢，也甚至规范的说呢，如果封存或吸取或留置呢，主管机关呢，原长官呢是可以不允许的。不过他除了有重大妨害国家利益的正当理由，原则上是不可以拒绝的。那同时在吸取的同时，也要发给收据，然后也要求这个调查要恪遵正当的法律程序，而且在执行调查的时候要出示有关执行职务的证明文件。那么没有出示的话，受调查者得以拒绝。那么为了要执行这个行政调查，在必要的时候才说要请各级的政府机关或警察机关协助。所以相关的类似的规范，在同样赋予有一个独立调查的一个地位的公平会呢，都有类在他所赋予的这一个公平会呢的调查权限的公平交易法都有类似的规范。那这个请这个国民党委员能够参酌哦，也请社会各界能够了解。好，接下来王玉明委员。谢谢主席哦，我想今天我们的讨论哦，应该要把四字第585号的意志哦，大家翻出来，大家重新再来看一遍哦。585号呢，特别提到调查权，它是辅助性的权利，基于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调查权所得调查之对象或事项，并非毫无限制。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要有一些的体认哦。另外一个，有关于涉及到宪法保障的人民基本权利，基于人性的尊严跟个人主体性的维护及人格发展的完整，就是不仅应有法律的依据，该法律的内容必须明确。大家可以看看你这个法律的内容是不是明确，而且要符合比例原则及正当的法律程序。所以我请教各位，今天在这个条文里面提到派员前往，请问是派什么员？这个员是具有什么样的身份？是委员会的委员本人吗？还是下面随便一个工作人员，他就可以前往这个他的工作场所或个人的住居？这样的一个程序正义又在哪里？他的正当性又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提案的委员说明一下，你派员的这个员指的是什么样身份的人士？是委员本身，还是他指定的工作人员？而这当中，我们四字585号
他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你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你设在行政院下的话，你可不可以逾越你行政权的权限？不可以去侵犯其他宪法或者是法律上独立的这一些其他的单位的权限。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一些所有的文字内容，刚刚有委员说这个只是调查，你的调查的行为本身涉及到强制处分、强制调查等权限，那是不是有违反释字585号？麻烦大家在这个议题上面再多讨论，谢谢。好，时间到。那个 王委员要询问什么叫派员，是黄国昌委员要回答吗？还是叶金委员？尊重没有派员的，什么叫派员呢、啊？来，说明清楚了。好。我想、现在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刚刚有委员指责啊，说释字585号，现在的这个条文可能有恐怕违反释字585号的意旨啊。我想针对释字585号啊，当初在做成解释的时候，那个解释的涉成范围的脉络要定清楚啊。那个是立法院他在行使国会调查权的时候，针对于行政秘密特权，也就是美国法上所谓的 executive privilege， 他针对就这个部分的调查界限呢、把它清楚的画出来。那跟我们今天所在界定的行政调查，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适用的脉络上面先要弄清楚。那第二个部分就刚刚指责的部分我看了被宣告违宪的有当初有关于专属管辖、移交卷证、涉及国家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而受宪法保障之部分，有违权力分立、逾越立法院调查权所得行使的范围。当初这个部分的违宪宣告，跟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这个条文一点关系也没有。那第二个，当初本来立法院在定这个立法调查权的时候，相关的法文有说，涉及国家机密、营业秘密、侦查保密、个人隐私，其他理由规避、拖延或拒绝，那其他的部分涉及到国家机密或侦查保密的事项，一概不得拒绝，应予适当的修正。在我们现在所提的这一个行政调查相关的条文当中，也没有这样子的规定。那因此细议释字585号，不管是它规范的脉络，还是具体宣告违宪的部分，跟今天在讨论的条文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曾经针对释字585号写过相当详细的评释，我实在到目前为止听不出来，我目前的条文跟释字585号到底有什么关系？好，这个我们都已经发言完毕。好，那第十条，叶一京委员等提了一个修正动议，请问各位有没有异议？派员调查，这个在法规，在我们在很多的法令这种写法很多。来，那个徐国荣委员来解释一下，来，还是叶一京委员？什么叫派员呢？派员调查了，来说明一下。来这边呢，这边呢，过来这边呢。好的，可以肯定了，不是什么智商委员会委员的，所以也不会是立法委员呐。当然，派员指的就是不当党产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嘛。那这个委员会就派，因为他总要指派一个委员去，因为委员很多个嘛，所以就是这样子这很简单嘛，这有什么好特别去讲的呢？好，那个叶一京委员的第十条修正动议，不知道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好，那国民党委员有意见，我们暂保留，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好，第十一条，83页啊，第十一条在83页到84页、85页，到85页。86页的一点点说明栏，各位有没有怎么来？那个叶一京委员有提了一个修正动议，宣读一下，来，议事人员协助一下。第十一条，叶一京委员提了一个修正动议，来，请宣读。委员李俊毅等对
条文对照表第八十三页，叶怡津委员第十一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受调查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不得规避、拒绝或妨害调查。宣读完毕。好，刚刚第十条暂保留，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处理。第十一条，请各位有没有意见？举手一下，我登记一下发言。来，徐国勇委员。啊，我再提一下说，《公平交易法》，它总是个行政机关嘛，它不是司法机关吧？《公平交易法》定下来的时候，里面第二十七条第三项不就定得很清楚，跟这个一样嘛。受调查的机关、法人、团体或个人不得规避，也不得拒绝或妨碍调查嘛。所以其实这就是整个行政机关它的行政调查，它还是有它一定的规范，有它一定应该尊重的地方。所以这一条其实它的立法意旨跟公平交易法里面是一样的。那其他还有很多相关的法律其实也都是这样子。哦，那我在这里提出以上的说明哦。好，感谢。那个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假如没有的话，我们按照这个叶怡津委员的修正动议第十一条，不知道各位宣读了吗？啊，宣读了。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好，那我们暂保留，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第十二条，在叶怡津在八十六页到八十七页，啊，还有八十八页的说明栏，来，那这个是哦，时代力量的这个是什么？时代力量的第十七条，时代力量的第十七条，这个是修正动议吗？对对对，对不对？对。时代力量是在第十七条，十六十七，八十三页的。的十六十七，对，十六条跟反面的十七条，这个是在十二条吗？他们的规定吗？不是，我们现在是处理这个吗？对，我们现在到前面十六条，时代力量的提案十六条、十七条是变在哪里？这边，这是十六十七，这个是下一条，啊，这个是下一条，哦，对，抱歉，那我们是在哪一条？这个过了嘛？对不对？处理过了，这个是另外一条嘛？哈，对对对。好，这个我再做一个宣告哈，我们现在处理哈，刚刚叶怡津委员的第十一条啊，黄伟哲、郑宝清、陈廷飞、郑运鹏、高志鹏、林俊宪跟赖瑞龙，这个十一条我们刚处理完了，好，就说。暂保留，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那我们现在处理时代力量的第十六条啊，因为它这个条次的对照跟内容啊，跟叶经委的版本原来的第十一条是不同啊，所以我们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的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好，跟第十七条。也就是在八十三页跟八十四页，是不是要请时代力量先说明一下，好不好？来，时代力量党团呢，第十六条还有第十七条两个条文的设计啊，是当初针对于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啊，我们在立法院办公听会的时候。许多与会的学者专家，他们所提出来啊具体的建议，那基本上啊的精神啊，就是吹哨者保护法在这个法令范围当中具体啊的实践，那包括了就知悉有关于啊不当党产啊的资讯，那我们一方面为了要让他勇于的去揭露不当党产的资讯，那另外一方面呢、啊、要奖励他，如果因为啊。他主动的说明而导致就本来应该要申报但是却隐匿的财产，那这个时候啊赋予这个委员会啊给予奖励啊的权限，那第十六条跟第十七条啊针对时代力量党团所提出这样子的立法设计，对未来委员会在进行调查的时效性
跟他在追查不当党产的时候所可以发挥具体啊的作用，具有实践上面非常重要啊的立法设计，希望各位委员可以支持，谢谢。好，那个还有没有委员有其他的意见？来，蔡宇。时代力量提这一个第十七条，也就是这个吹哨者，也就是要检举，因为我们知道说国民党的党产到底现在有多少，以及这些财产现在有没有遁入私人，这真的没人知啦，所以包括早上我看到国民党的很多委员，甚至他们要求提供资料，因为他们也说 我不知道到底现在这些党产在过去是怎么处理，所以既然连国民党都不知道的事情，那我们在处理这个不当党产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人是勇于跳出来检举，所以这样一个条文的一个规定，他们对于这样检举者我们给予奖励，并且对他们的身份予以保密，就相对的一个重要，那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条款我们是非常的一个赞同，谢谢。好，那个要备一条，你十七条了，来，那个我跟委员再宣告一下哈，抱歉，那个时代力量党团的十六条哈，在我们八十三页，跟叶宜津委员的八十三页里面的第十一条，在第一项是一样的一个规定了哈。那其他这个的时代力量党团的第二项、第三项。跟第二三四五，这个在其他的法令里头都有规定，所以我是不是建议这个部分，我们就刚刚的第十一条已经暂保留，就按照这个叶宜津委员的修正动议来处理。好，各位假如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的第十一条，也就是时代力量第十六条，那叶宜津针对时代力量党团的第十六条跟第十一条有提的一个修正动议，我在这边啊，国民党啊，这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暂保留，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的第十七条，等一下那时代力量党团的第十七条啊，叶宜津委员有提的，这个李俊毅委员有提的一个增订第十二条之一，好，那个文字我宣读一下，它是并时代力量的第十七条处理。好，我们现在在处理时代力量的第十七条，也是在八十四页的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啊，亲民党党团的第十一条，刚刚我们已经处理了，来宣读一下。委员洪宗义等对于条文对照表第八十四页时代力量党团第十七条提出修正动议，改列增订为第十二条之一，文字为：向本会提供政党附随组织或其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之财产所在、来源、取得方式或处分等相关资讯，并因而使本会发现并追回政党附随组织或其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隐匿、遗漏申报之财产或不当取得财产者，本会得酌予奖励。本会对于举发人之身份应予保密，第一项奖励条件、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由本会另定之。宣读完毕。好，各位没有什么意见？好，没有意见的话，国民党没有意见吗？好，那个我们暂保留，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了哈。这个是应该是第十一条之一啦，不是十二条之一啦。好，条次的话，因为刚刚是十一条嘛，那条次的话，我们还是等这个回头处理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哈。来啊，第十二条，来叶宜津的第十二条，时代力量的第十九条，亲民党的第十二条。好，那我们的页次是在八十六页到八十七页到八十八页的说明栏，来。这个叶宜津委员有提了一个修正动议，来宣读一下。
委员李进义等人对于条文对照表第八十七页叶宜津委员第十二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本会依第六条规定所为之处分，应经公开之听证程序。宣读完毕。来，请问各位有没有要表达意见的？有没有要发言的？好，要不要有人上来说明一下？好，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十二条按照叶宜津委员的修正动议通过，有没有意见？好，有意见我们暂保留，再回头再来处理。好，来第十二条暂保留。好，第十三条，好，来第十三条，好，这个在八十八页开始啊，到九十三页啊。那第十三条，时代力量党团的二十条，亲民党党团的十三条，郑宝清的十三条，陈廷飞的第十三条，郑运鹏的第十三条，高志鹏的第十三条，林俊宪的第十三条，戴瑞荣第十三条，来。来，那个各位，假如要发言的话，举手一下。叶宜津委员提的一个修正动议，请宣读。委员李俊义等人提议，对于条文调表八十八页叶委员宜津所提十三条修正动议，文字如下：调查结果应经本会委员会决议后做成处分书，处分书应载明下列事项：一、处分相对人之姓名、名称及地址；二、受调查之财产及其权利现状；三、财产处理方式之主旨、事实及理由；四、有付款者付款之内容；五、本会之名称；六、发文字号及年月日；七、不服本处分之救济方法、期间及其受理机关。前项第三款锁定财产处理方式之主旨，应依第六条规定记载应移转财产之种类、数量、追征价额、履行期间及受移转之对象。第一项之处分书应刊载于行政院公报及网站对外公告之。宣读完毕。好，那个第十三条，李俊义等委员有提了一个修正动议，不知道各位针对这一条有没有要发言的？好，那没有的话，我们按照李俊义委员的修正动议通过，有没有意见？好，我们暂保留，回来再来处理。来，第十四条，第十四条啊，在九十三页。叶宜津委员的第十四条啊，时代力量的二十一条啊，这个亲民党团的十四条，黄伟哲委员的十四条，郑宝清的十四条，陈廷辉十四条，郑运鹏十四条，高志鹏十四条，林俊宪十四条。我们的页次是在九十三页到九十五页。来，那个我看一下哈，是哪一个？好，这个我们提的那个议事人员来说明，跟这个我们委员提示一下，这个第叶宜津右上角叶宜津的第十四条，这里条文对照表九十三页，好，李俊义委员提了一个修正动议，来，请宣读。嗯，委员李俊义等人对于条文对照表第九十三页叶宜津委员第十四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不服本会经听证所为之处分者，得于处分书送达后二个月不变期间内提起行政诉讼。宣读完毕。来，那个来说明一下，来，这个是不是有人要说明一下？来，吴秉睿委员。不，所谓的不变期间，就是处分书送达当天开始之后两个月的这个不变期间，送达当日开始起算，日历天两个月到就截止，不会因为其他的原因，哦，说在途期间啊，什么其他的这个诉讼所要进行的期间而去延展。所以就是简单来讲，三月一号做成处分，接到处分书的话，就是五月一号就截止，反正不会去延长，这个叫不变期间。谢谢。好，各位还没有说明，这样有没有够清楚？
来，我们第十四条按照李俊毅委员的修正意见通过，有没有意见？好，我们暂保留，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来，第十五条，好，第十五条在九十五页，好，到九十六页，好，那是叶一金的第十五条。新民党党团的第十五条，郑宝清第十五条，陈廷飞第十五条，郑玉门第十五条，高志鹏第十五条，林俊宪第十五条，赖瑞荣第十五条。来，对起来，这条吗？对起来。好，那个李俊毅委员提了一个修正意见，哦、也就是叶一进的针对叶一进的第十五条，来宣读，请宣读。委员洪忠义、李俊毅等人。对于条文对照表第九十五页叶委员、怡金等人第十五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主管机关未进行本条例锁定调查之事项包相关事项，得订定调查程序办法。宣读完毕。好，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要不要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好说明的吧？反正的订定调查程序办法那样。好，这个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好不好？好，这个我们暂保留，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好，修正动议第十五条，这个月第三章张敏。好，第三章的张敏，九十七页，组织。来，张敏有没有意见？都一样嘛。好，这个应该没意见吧？好，这个我们张敏就确定组织。第三章第十六条，第十六条在九十八页开始，哈，到一百零三页，第十六条，好，九十八页开始，叶一金的第十六条，时代力量的第五条，啊，亲民党党团的十六条，黄伟哲第十六条，郑宝清第十六条。陈廷飞第十六条，郑玉门第十六条，高志鹏第十六条，林俊宪第十六条，赖瑞荣第十六条。来，那个这个李俊毅委员针对叶一金的第十六条提的一个修正的意见，我请他宣读。那请议事人员，议事人员确认一下，大家都有拿到那个修正动议，好不好？还没有啊，等一下，等一下，先发一下。来，都拿到了吗？大家有没有没有拿到的？第一，针对第一。叶一金的第十六条的修正动议有没有？都拿到了哈，来，我请议事人员宣读。委员洪忠义、李俊毅等人提出修正动议，对叶委员怡金所提第十六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本会置委员十一人至十三人，任期四年，由行政院院长派聘之，并指定其中一人为主任委员，一人为副主任委员。委员出缺时，行政院院长应于一个月内依前项程序派聘之，其继任委员之任期至原任期届满之日为止。委员中具有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额三分之一，且单一性别之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本会主任委员特任对外代表本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你们有要表达意见？李俊毅，好，来，那个王玉明委员，王玉明委员，来。还是要请李俊毅先说明。来，李俊毅来。这个修正动议其实非常清楚哈，就是把它明确化哈，包括他的人数，他然后他的。这个提名是怎么提名哈，就是这么清楚，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文字有什么看不清楚的地方哈。以上。然后接下来王玉明委员来。
请问今天行政院有派人来吗？来，那个行政院代表是谁？请上台。人事。来，我看一下出席名单一下哈。时间要扣掉哈。好，没关系，来，时间先不要计算。行政院包括主计总处，好。好，还有主计总处。主计总处跟金融主财政主计金融处，哦，有没有管组织的组织架构的？看你要你要哪一位都有了。行政院掌管组织架构的，来这个人事总处，对人事总处上台，主编人力处来，那个陈雅玲兼任市场，来，好，这个本席请教你哈。就是说，现在行政院辖下已常设的委员会的 有哪一些？常设专任委员专职的委员会有哪一些？行政院辖下是委员是指说有常设的，就是说是一个机关的专任的、哦，专任的。那像公平会，它就是一个委员会的一个性质，有公平会吗？还有呢？还有中央选举委员会也是。中央选举委员会还有没有？对，这样子的一个委员会有好几个是。好，那请问公平会跟中央选举委员会，他们的委员是由院长指定，还是是由立法院这边通过的？这是独立机关，都是由立法院来通过的。独立机关都是由立法院通过的嘛？是。那我可以请教你，像现在在这个第十七条里面了，修正动议第十七条里面，由行政院院长指派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有在行政院辖下有这一种常设的委员会有过吗？是这个部分，是由这个部分由行政院来派聘的这一个像特殊性的一个任务型的一个组织，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它是常设哦，这个就从前面讨论到现在，它是个常设哦。是，那有这个部分在后面的条文里面看起来是有阶段性跟任务性的一个性质。那但是它是常设哦，它是给薪。它定有它的一个存续期间，所以如果以这样子来看，它应该是阶段性任务型的一个组织。那你现在行政院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委员会是类似这样子？你可以举例给我听。这个部分我想，可不可以容我再去进一步来查，然后答复给委员？要多久时间？应该很快，是应该很快吧？因为就本席印象所及，其实我也想不到了，因为你们辖下有很多的委员会，但它并不是属于这类型。又是专任又是专聘，然后又由院长指定这样的委员会，我还想不到，你赶快去找出来好不好？主席，这个他刚刚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资讯很重要，这涉及到是不是这样子设置的一个问题，请你可以多快的时间？一个小时？我们马上查，马上好来。好，那个等一下查到资料跟王委员报告一下。第十六条，好，这个。你宣读了吗？第十六条的修，这个李俊逸委员提的一个修正动议，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第十六条，第十六条了。啊，等一下，资料提供给这个委员，好不好？来，黄委员。来来来，上来一下。总处，人事总处是不是哈？这个人事行政总处主编人力处，来上来。我想看这个条文里面，第一个又要常设，好对不对？他要常设嘛？所以他是四年嘛，对不对？鲍委员，这个条文哈，我想如果是看后面的一个条文，有它的存续期间，所以目前看起来应该是阶段性任务型的一个组织啦，是。好。那我请问你，那个一般来讲，特任官是哪几个？我们现在目前可以看到的，特任官像二级部会都是特任官，二级部会是。那现在这个主任委员是由行政院的院长去指派的，是这样吗？是。一般的部会首长跟行政院长跟总统所派的特任官，他这个区隔怎么区隔？这个。看起来这个体力是跟像公平会的一个组织的一个架构是那公平会的组织的名单是提名完了以后是还要经过立法院同意嘛，对不对？是还要经过那这个是完全不用的，是不是？那有资薪吗？
这个部分好像在这个有自信吗？我们查后面的条文看起来是无几职，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容由提案委员来做说明？因为我们在这个部分是。什么？我们在这部分看到的，你站在人事总处的立场，你对以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不要我在这里问你，你叫我去找提案委员，这很奇怪，你知道吗？委员，这非常的奇怪嘛，对不对？提案委员刚才已经请他上来，他自己都讲不清楚就下去了。现在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在我们行政体系里面。你能不能举例告诉我说有哪几个单位是这样子做的？是，那条文的部分可否容我？我马上查，然后跟委员来做报告。包括以前我们在做什么，性平委员会等等，我们会不会把它说它是一个特任的或是什么之类的？会吗？会这样弄吗？会，在委员会如果它是属于独立型的一个机关的话，我们是会有这个委员会。我想这个部分一定要查清楚，因为这个部分如果没弄清楚。我们又无限上纲一个组织出来，是，而且又无限上纲一些特别的、特任的，我们弄不清楚这个未来要怎么处理，非常的畸形哈。啊，李经理委员完，叶经委员来，林德福委员。啊，主席各位先进哈，说明给大家听一下好了哈。这个行政院底下有根据行政院组织法所设立的独立机关，包括 NCC， 包括中央选举委员会，包括公平交易委员会，这是二级机关。行政院底下也有所谓的三级机关，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非安委员会，这是三级机关。那有关特任不特任的问题，三级机关当然也可以特任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我们这就是在讨论说，我们设一个这个党产的处理委员会，然后它是一个三级机关，那它的主任委员就是特任，就是这么清楚而已。那这个就是法律，那看看国民党的委员对这个有什么意见提出来嘛？这个不是有没有这个例子都有嘛？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讨论这个，哦，所以这个非常清楚，独立机关也有啊，哦，那三级机关也有啊，特任不特任也有啊。这个都非常清楚啊，哈，这个在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哎，这啊，所以啊，啊，所以这个非常清楚，就你认为适合不适合的问题而已嘛，哦，啊，这个法规上都有，这个非常清楚啊。来，叶一金委员。其实李俊委员说的非常的清楚了哈，我们主要是希望这个党产的历史包袱呢，能够真的调查清楚，调查清楚对大家都好，对国民党我认为好处甚至于胜过对于民进党的好处，因为从此以后就可以卸下这个党产的包袱。但是呢，我们因为重点在要厘清、调查清楚党产的这个整个历史的背景，然后做一个厘清，然后做一个处理。所以呢，到底是二级机关或者三级机关，并不是重点。我相信这种任务编组的东西，就像刚刚李俊委员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哈。并不是要来当官的，也没有什么所谓国民党所谓的权力这么大，因为所有的都在特别法里面要规范的非常清楚。所以呢，三级机关呢本来就可以用特任的方式来处理，而且这是任务编组。不过我们其实也有一种体认，就是这样的任务编组恐怕不是短期间可以厘得清楚，所以这一定是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去做清楚的调查。所以呢，我们也兼顾到各个政党的利益，我们特别在修正里面我完全可以同意的李俊毅委员的修正版的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额的三分之一，单一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等哈。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组织呢，一定是可以做到公平的。谢谢。好，那个各位还有意见吗？老林德福委员，来，来，无啦无啦，你放心啦。主席、各委员同仁，我想哦，这个过去啊，任何只要设立
新的一个什么什么会什么会都是黑机关。那我们组改以后大家都很清楚，组织改造就是精简，结果现在不但是没有精简，还要扩编，甚至于还要领薪水。那个人事总处来，那个是不是请上来？来，那个时间暂停，暂停。嘿，人事行政总处主编人力处陈雅玲兼任市长。来，我请教你哈，因为你现在就是组改，当然就是要精简嘛，对不对？那精简当然，这个二级机关哦，它有三个独立单位嘛，是。但是三级机关哦，这个可以给薪水，那可以做这个专任的，甚至于说，他的权力有这么大，可以到处去调查哦。这个当然，他有特定对象在调查。那个站在人事的立场，你们有什么看法？关于这个部分哈，刚刚今天早上部长也已经有做说明，就是说这个基于大院基于立法的一个意志，透过特定的一个立法目的，要定这样子的一个组织，这部分我们尊重大院的一个决议跟决定。那这个跟组改有没有背道而驰？是，那组有没有？在组改的一个部分，我想这个在。刚刚委员所指的应该是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对啊，你组改是在缩编，结果你不但是没有缩编，还扩编，而且还有一个什么？这个还有薪水的，还是一个特任官。是，这个到底有没有抵触吗？这个部分，如果是大院基于立法的一个意志，基于特定目的所需要所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法律，这部分我们尊重大院。这个是不是黑机关嘛？我了解一下。他是不是黑机关嘛？是，当他的一个组成，然后组织法经过大院的一个审议，这部分就已经。今天就是因为本来就没有，他又要设，然后要给薪水，又要四年，而又是特任官，你说这个不是黑机关吗？是，对不对？对不对？哎，立法通过，现在你们大党什么都可以给，对不对？哎，这个本来你就有一个。组织改造嘛，组织改造里面，大家都在缩编，民进党政府上来以后就要扩编，扩这个委员会，扩那个委员会，这个跟我们组改是不是背道而驰？我只问你这一点而已嘛，对不对？好，那个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因为时间是不是这样子？来，我只要针对问题，对不对？因为组改为什么要组改？就是要缩编嘛，人事要缩减嘛，现在不但是没有缩减，又扩编，而且又立了很多名目。然后又特任官，要给薪水四年呢，对不对？我认为说这个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我主要是希望人事单位在这方面你要说清楚、讲明白，他是三级机关，对不对？你说他要任的是三级机关，也不是二级机关，二级机关有三个独立单位嘛，对不对？那你这个三级机关还可以这样弄啊？这个跟组改跟他的原来的精神是不是有背道而驰？今天不是说。因为民进党现在在立法院，从地方到中央，你们是执政。当然，执政以后你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你违背原来我们组改的精神，我是要问这个人事的这方面，就是这一点，你有做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说明跟阐述？好了，那个维持秩序，来，时间到了。来，最后一个问题，来回答完就我们就结束。来，是包委员，在这一个部分，我们确实在主设的部分是希望精简的。对啊，那不过如果是基于大院基于立法的意志，然后就可以设这变成黑机关啦、啊。你说不是不是？好，对不对？好，时间到了，可以一直在扩编。好了，那个时间到了，对不对？时间到了，好，接下来那个请回来，请回。Hello。好，那个王宇。民委员完，李俊毅委员，好，那请各位掌握时间，好不好？来，大家互相尊重，好不好？同样的问题，维持秩序一下。行政院的代表，请再上来。其实这个议题哦，我必须跟各位委员报告。那个陈雅玲兼任市长，之前我们在卫环委员会讨论有两项很重要的议题，先暂停，通通都被行政院打回票。来，开始。第一件事情，我们讨论食品安全管理法的时候。很多委员主张要去设一个三级机关，食安的问题重不重要？很重要啊！国人关不关心？更关心。但是当时在委员会的时候，行政院怎么反驳的？你们行政院的理由是什么？组织法跟作用法，你自己应该记得吧？
我不晓得当时是不是你是代表，但是行政院这个原则，我只问你，是不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立法里面要打破了？如果是的话，那其他委员会可以再提案喽，因为三级机关的原则已经被打破，只要立法院通过的，我们认为是重要的、重大的，我们的作用法通可以排除你的这个整个组织法，你同意或不同意？是包委员，有关行政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五条第三项的一个订定的目的，确实是希望不要因为有作用法来增加机关的一个组设，这一个部分是我们不变的一个前提。不过在如果说大院的委员基于立法的意志以及整个就是事关重大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去做的决定，我们在行政部门尊重大院的一个决议。如果你今天是这样子回复的话，我希望未来行政院不要再用什么作用法，不可以再去架设组织机关这样的名义，因为你今天的回复可能就打破了未来各委员会里面每一个委员会关心的议题都至为重大，而且也非常重要。那如果是打破的话，未来各委员会的各个特别法里面，通通都可以加设机关。而我主张，像食品安全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这边要设这样子一个行政院下辖，应该设的是一个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的三级机关，由行政院院长去任命，而且任期四年，比照这样的方式一模一样的处理，我想这是国人最为关心的。如果今天我们可以行政院的回复是这样的话，我想你这个原则已经完全被打破了，没有什么三级机关有什么任何名额的限制，各个委员关心的重要议题，我想我们都可以主张，因为你们的立场是只要立法院同意通过就可以设立，我想这个原则我们记清楚了，那个，我们可以来提案了，谢谢。好，李俊毅委员来。来来来，把这边就好了，较紧了。哎，选恁咧执政咧，国民党咧执政咧，是。现在收盘，我可以讲话了吗？哈，来来来，主席各位先进哈。有关行政院底下要设什么机关，其实规定的非常清楚。如果是常设机关，我们有行政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是任务特殊啊，实际的需要，我们有处规程。食品安全办公室不是这样成立的吗？国土安全办公室不是这样成立的吗？那本来就是怎么样？本来就是立法院认为有必要，立法院只过通过相关法律就可以，就不是黑机关。那更重要的是，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十八条里面对三级机关，它本来就有相关规定，三级机关本来就可以派特任官，谁说不可以的？所以依照这个。我们现在在处理党产，党产确实有必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处理党产，否则各个机关没有办法处理，所以这个委员会用设一个三级机关来处理有什么不对的？好，那所有委员发言完毕，我们按照这个李俊毅委员的是哪一个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好，有意见我们暂保留，我们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现在第十七条。在第103页，到106页，那时代力量是第六条，国民党党团17条，叶一金、黄伟哲、郑宝清、陈林飞、郑运鹏、高志鹏、林俊宪、赖瑞龙都是第17条。好，来这个部分。李俊毅委员有提了一个修正的动议，来宣读一下。议事人员把那一条找出来，给我们委员同仁。来，委员洪宗义、李俊毅等，对于条文对照表第103页叶委员已经提案的第17条提出修正动议，改列为17条之一，文字为：本会自主任秘书一人，呈主任委员之命处理会务，并指挥监督所属人员。至工作人员若干人办理本会幕僚作业，均就行政院及相关机关人员派遣之各相关机关，并应指派专人负责协调联系事宜。本会组织规程由行政院定之。宣读完毕。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要表达？有没有？来来，黄昭顺委员来，请上来。那个对，十七就是。来，那个议事人员，17条之一，这个是针对
叶宜津的第十七条所提的修正动议。对对对，就这个。我想请部长哈。来，部长来，否定。部长，我非常遗憾一件事哈，当年你在研考会的时候，我把你在研考会讲的一段话拿出来在这里。哎，拜托好不好？我在发言，你们现在是怎样？好，那个尊重，来，时间暂停。现在是怎样？我维持一下秩序呢？好，对不对？这个尊重一下会议秩序。大家互相尊重。好，我在发言，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好，等一下，大家都一样约束哦哈。这个上面讲话，下面不能讲话。来，我开始，时间开始计算。来，重新计算。来，那个部长，你当时在研考会的时候，我把你在研考会的时候的发言，我再把它拿出来，我刚才非常详细的看了一下，这个内容讲到政府组织再造，有的时候会受到政治气氛的拖累，有的使得最上层的政治共识停滞，这是目前组织再造碰到最困难的一点。但是你希望不分蓝绿的立委，对于组织改造都要有共识，也不会认为其背后有什么见不得光的阴谋。然后你后来又讲了一段，我想你当时讲的我都把它很清楚的讲，你那个时候又讲到说，不管是我们整个的组织再造里面，尤其是看到其他国家的进步的一个状况，所以能够突破的话，你认为是最好的。部长，因为在上个会期，就是我们上一届的立法院，其实我们对我们的组织再造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成绩出来，部长应该知道这件事哈。那个时候大概历经，我想离开研考会，然后你卸任，我想当时应该你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当时没有把这个组织法通过，是这样吗？对不对，部长？报告委员，我那时候很认真的在学校里面教书了。对，所以你不认真推组织再造。我都已经在学校教书了。不是，你那个时候要离开以前，你对组织再造是很期待能够通过的嘛，对不对？委员所讲的应该是行政院组织法。哦，对，行政院组织法，哎，就是组织再造嘛，哎，对。所以你那时候也举了韩国、举了其他国家的例子，对。然后把几个部会，我们应该有几个独立机关，应该有几个那个部会等等，甚至于都在这里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嘛。你虽然说，欸，政治就是要大家有一点点进，有一点点退，对不对？但是之后有许多没有完成嘛，这是事实。所以后来又到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我们也推了很久很久，所以一直到我们上一届的时候，又有一定程度的突破。部长是这样吗？对不对？他针对的是行政院的组织，所以主要是针对独立机关的组织，主要是针对包括人员的那个基准法、人员的编制，我们全部都有一定的规范，对不对？各有不同的法律，包括总员额法是属于总员额法，对，一个总员额法，然后组织法、组织法，行政院组织法，然后包括那个独立机关，对不对？是这样嘛？哈，而且我们很严格的遵守，包括刚才王一鸣委员在讲的，我们当时大家全民都希望有一个那个食品安全的委员会，结果弄了半天，也是我们行政院来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话，跟我们的整个总额、原额等等等等，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些冲突。所以今天我很遗憾，我觉得说，行政院的官员如果在立法院没有肩膀，事实上，为什么早上我一直在要求把那个记录拿出来？其实刚才议事处也拿出来，我的确就是在那里发言，请大家把当时包括法务部、包括调查局、包括监察院所调查的资料送出来，我觉得可以节省很多很多，那个记录跟文字都在刚才议事处也都拿给我，的确在三月十四号我就要求要拿这些东西，结果经过历经两个多月，今天这个东西还是没有拿出来。然后我们再成立一个委员会，因为事实上经过那八年的调查，其实严格讲起来没有查到的大概很少了，如果那八年没有查出来，那个时候也是尤其坤啊什么当那个什么招委，然后监察院黄黄雄当，反正他们都是招委，很努力的把查，我相信如果那些资料拿出来，
没有查到的应该是少之又少，不至于说我们还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这里弄这些东西，让大家觉得说我们是在斗争，而且我们对我们的组织可以无限上纲的往上走，甚至于连调查权都可以无限上纲，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因为理论上这个不管是主任秘书或者下面还要派哪些人等等，事实上当时在民进党执政的过程当中没有这些组织，他们也一样调查得很清楚。所以我还是要重申一件事，我还是要请主席，因为那一天已经有做结论，必须要给我的资料，必须要给委员会的资料，我们还是要请委员会要送给本人。因为如果这些东西可以拿出来的话，我们可以节省多少多少的力量来做这件事，而且也不会让外界觉得说民进党的执政了以后在这里无限上纲。那如果是他们拿不出来，那表示那时候的行政院长、那个时候的监察委员是必须要受惩罚的，否则他们领了那么多薪资，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用这种方式来做 这件事？部长，你同意我的讲法吗？委员是不是有希望我来回答？我希望你回答。好，委员跟说明一下哈，基本上行政院的组织哈，对于二级机关，也就是部，哈，跟协调性的委员会，跟二级的独立机关是采取刚性的，但是对于第三级以下就没有那么刚性。那刚才林俊毅委员特别提出来，这个是第三级的。部长，我现在再把你当时讲的话再念一段给你听，好不好？你那时候讲。所以这个跟那个行政院组织法比较没有必然关系。不是，只要按照行政院组织法通过，你当时的讲法，我希望把它弄好哈。就是黄委员，时间到了。我的时间到，但是我从早上要的资料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拿到啊。刚才我把那个资料调出来，最后一个我秘书长、秘书处也拿出来，的确在三月十四号我就要的资料。我并不是说三月十四号我拒绝你们审这个东西，我就已经要求的，为什么到今天还是一样的不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当时候的研考会主委叶主委他说讲，新的部会依法成立以后，下面单位的细节的规划研考会都被同步案，原本组织法内十三部四会规定的很死，可是我们在那个当中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松绑，这个都是你讲的话。你的时间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做了，包括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国民党，黄委，好，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的时间到，从早上我的问题到现在你都没有做。我觉得你这个当主席的，我再怎么尊敬你，你应该给。好，那个、你还是必须要给我，你不可以说我当主席，我从来不会说我要的资料你不给我，然后就用这种方式，所以我还是要再一次的告诉黄委，你叫人家要尊重，我现在还是要告诉部长，好不好？我们非常遗憾，你的时间到了。如果说我们的组织再造，你的时间到了，我们这个整个当时在做你当研考会主委的过程当中所努力的做的事情，现在全盘被否认。我希望部长，部长你回去，几乎全部都否认，好，几乎全部都推翻。那个黄委员，所以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我们希望好，那个我们休息五分钟，来。我还是重复，我希望你把我当天要的资料送出来给我。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再花那么多的精神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我觉得我们委员会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只能配合你。
被威胁耶！以后他们就要一直这样，这怎么办？我们挡不住。所以现在不用怕他什么，他现在提1000个3000，谢谢委员，最后帮我们加那一句。其实有很多委员，好，谢谢啊，谢谢，好，谢谢。检查师来讲，每次都要求说，所以你讲了最后，刚才那个那句口头禅是，那个第一句话是敢提掉，阿拜麦公司都是有些事，而且都是在。是啊，他们都嘴巴就讲说我们也不反对你们查党产，然后底下全部都是反对的，的阻碍。做一套做一套，这是因的不行，你不在意。他应该说我们也不反对你们查党产，但是要根据我们国民党的方法来查党产，你们的安尼的孙啊嘛。啊。然后，我们难道希望政策组织吗？这是不得已的。来，我们讲前后了。不能啊！我那是用储存条例走在前面，这个我懂。这个是应该强调的，因为通过国际的专家就讲，你什么东西碰到国民党的财产都能降，他一定反对。他一定反对，所以硬要没有没有储存比较好过党产。对啦，你讲的嘛，所以咱就要一样，最好不要见。不然，他差，他差一个，差一个来追。是啊一个行政就是有它的一定的局限，它现在是各有局限范围，让你结合起来。那现在是唯一机会可以把这个法律弄出来，让它有一个轨道。这个能够转移啊，这个不转移都没机会。而且你这一届如果没有追，没有清查不当当产，哦，这不是下一届再要查，这边要行政事情，这边处转我给这边来行。不是这一届，我觉得说不定这两年没有什么错的。没有过程，后两天我办法出，他为了恁会当吼，上面没有。就陈昭明应该就会有照片。哦，那16年的功力又来了。哦。
啊，老大，恁自己食饭转去啦，啊，你过来。军友，你讲迄三级迄落对无？啊，个非安会目前，非安会就是三级组织。那然后那个他其实重点几级跟他的职能没有必然关系啊，尤其是跟那个。十七条没处理吗？好，十七条没有处理吗？好，好，我们继续开会。我们现在刚刚各位委员已经发言完毕。那十七条，李俊委员有提了一个修正动议，刚刚议事人员都已经发给各位。请问各位委员对第十七条的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好，那我们暂保留，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第十八条。
十八条在第几页呢？在第106页啊，到108页说明栏。时代力量党团是第七条啊，现在在106页，时代力量党团第七条，亲民党党团十八条。好，叶宜津、王伟哲、郑宝清、陈廷飞、郑运鹏、高志鹏、林俊宪、赖瑞龙都有提啊、这一个这个修正的，啊、不是那个都有提草案，都是在第十八条。那这个李俊毅委员针对这个第十八条，他有提了一个修正动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那顺便也我们所有的委员再跟我们所有的委员协助一下，好不好？委员李俊毅等人对于条文对照表106页叶宜津委员等所提的第十八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本会委员应依据法律公正独立行使职权，于任期中不得参与政党活动，违反前项规定者，经本会委员会议决议通过后，由行政院院长解除其职务。宣读完毕。好，那个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第十八条，来，那有要表达吗？好，没有哈，那我们这一条暂保留。好，我们回头等一下再，我们再回头再来处理第十九条，在108页啊，到111页，好，那在。时代力量党团是第八条，亲民党是十九条，叶宜津是十九条，黄伟哲十九条，郑宝清十九条，陈廷飞十九条，郑运鹏十九条，高志鹏十九条，林俊宪十九条，赖瑞荣第十九条。那各位委员同仁手上有一张李俊毅委员提的修正动议，请议事人员宣读。来，那个议事人员协助一下，来，委员李俊毅第十八条的翻过来，来。委员李俊毅等人、啊、等一下，等一下，议事人员协助一下，来。好，都可以了吗？好，那个请宣读。委员李俊毅等人对于条文对照表第106页、109页叶委员宜津所提第19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本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由行政院院长免除或解除其职务：一、死亡或因罹患疾病致不能执行职务；二、辞职；三、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四、违法废止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五、因案受羁押或经起诉。宣读完毕。好，那个第十九条有没有委员同仁？来，那个陈昌明委员，那个李俊毅委员来一下，来，李俊毅，来一下。主席，各位委员，看了这个条款呢、啊，我越看越恐怖。我觉得新的东厂，新的那个我们现在那个叫什么？特孙子比特孙子还厉害，这里面有一条任何啊，他下面叫违法，下面叫废止职务或其他失职的行为，这个解释太大了，这是要按怎来看？啊，敢院长来决定，或是来解除？哦，我唔知讲咱即马修啊修甲遮大，一点人权都没有保障，这里面无下面嘛？下面叫废止职务，你搞讲？提案人，金义兄，你也内行。啊！什么叫违法？违法？什么叫违法？啊！我感觉一定讲你违法，啊，就是违法。我唔知，今麦太上皇，你那执政了，权力无限的膨胀，这开始也是多数的暴力，比国民党恁讲定啊，阮多数的暴力比我们那时候更厉害很多了。好好检讨一下啦，人多我们也没有不怕了，社会自由公平才能来啦。好，谢谢。好，那个各位委员还有什么意见要表达没有？第十九条，来，那个黄昭顺委员。我还是要请部长哈。那个部长。部长，你那个时候在研考会的时候，你就讲研考会在内阁中的部会，就是去监督及管理其他的部会机关，而且扮演着非常完整的内控机制。
葛瑞奎若是想通盘了解整个的状况，研管会就是很好的管道。所以你不仅止于是人员，不仅止于是组织，是你这里必须要很内部去管理，而且去了解的。现在本席想请问你，因为当时包括行政院、包括监察院，他们都做了8年的调查，我想本席想请问部长，我想请问部长，你因为早上我就一直要求要把以前的资料要调出来，如果说那个时候8年的时间他们调查的不够清楚，那当时的行政院长跟当时的监察委员有没有会此职务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委员，这不是我现在的职权范围内。现在你不能，但是你站在法律的专业来讲，你能够回答吗？我想，其实很多人在这里都有相当多的法律专业。我今天尤其听到相当多的代表性，听到相当多的非常精辟的见解了哈。对，那你就那8年，他应该要做而没有，现在民进党说他们没做好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才要成立一个委员会。那当时是没有成立委员会嘛？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而且又要再增加临时的任务，我不管那个任务编组是什么编组，我要看4年，因为他那时候讲那个刚才的条文讲任期是4年，等于也是一个很正式的任务编组了，也不是一个人临时的任务编组。那对于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没有做好，你站在客观的角度上，你用你的良心告诉大家，是不是会辞职务？我应该不至于导引出这样叫做我理解中法律上废辞职务了，因为这样我就对了，我没有办法理解这样叫做。因为那你很简单嘛，你8年的时间，那你在做什么？我们今天最不平的就是这一点。当时你们用了8年的时间，用监察院、用调查局、用所有的管道去做，然后资料现在不敢给我们，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所以部长，我希望你摸着良心做事。因为你当天在讲那个冲之鸟礁跟岛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很有 gas 的一个部长。好，那个时间到了。但是你从这里我看不出你的 gas，那个，我觉得整个的组织编制跟大家的状况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违背。好，第二轮发言。好，那个接下来另外周委员。好，那个要发言的举手一下。好，来来，快一点，快一点。好，郑玉鹏。不，这条吼，确实是有较，吼，咱好啊讨论哦，是较奇怪啦吼。第四哈，这个违法或前面那个都很明确嘛，法律要规定要明确，死亡或因疾病不能执行职务，这个都有办法去严格认定，辞职或是监护或受辅助宣告，这个都很明确。就是第四条违法，我请问。违法，然后他可以解除他的职务，违什么法？酒驾吗？是违法吗？对不对？违法哦，这拜托的哦，咱顶出这哈，不明确的法律用语，违法啊，违法酒驾啊，可以废除，把他解除他的职务，刚才在啊，违反民法还是刑法？啊，是行政法，所以。当然是不能用这样的，要相对于他解除他的职务这个事情多大，他的受到处分的这个处分是这么大啊！你如果违了一个小小的法，哦，伪造文书啊，或是其他小的法，然后这样子就要被解除职务，好，废除职务这个也很容易有弹性的解释了，或你看还有或其他失职行为，失职行为也。你一次开会不来算不算失职行为？还是要开会每一次不来才算失职行为？还是要一半开会你不来，你故意抵制嘛？失职行为有没有明确啊？不明确嘛？所以我的具体建议啊，其他的1、2、3、5条都很明确，第四条删除嘛，不就好了？好，那个来，那个等一下。这个接下来是谁？哦，郑运鹏委员，来。郑运鹏委员完是吴秉睿啊，吴秉睿委员完，我们再登记。
啊，主席，各位同仁哈，我简单回答一下国民党刚几位朋友的问题哦。那第一个，两位委员很感谢你们关心这些委员违法或废弛职务或其他失职的行为这件事情了哦。那国民党先，你们对这整个条文、整部法律来说，大部分都采取反对的嘛？所以在委员里面吼，老实讲啦，委员如果里面委员有那个酒驾的状况哦，讲真的，你还敢让他担任委员吗？你们也会率先要求他们拔掉嘛，对不对？所以这一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啊，你们要对不对？好，第二个啦，刚才黄昭胜委员有提到说，过去民进党执政时期，那我们的行政院有黄黄雄委员他们，然后还有很多对于那些过去国民党的党产的处理哦，那个时候民进党只能针对行政权所能处理的范围下去处理。哦，所以说，比如国产被占用的，对不？啊，我们都已经举出证明来，国产被国民党占用了，你们国民党还不是跟行政院打官司？你们也有赔偿啊？那今天这个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里面，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里面，它可以对于私人或对于其他的进行处理，这个是应该的嘛？对不？所以这是差别所在啦。所以也拜托说哈，我们等一下在讨论的时候，针对条文内容嘛。我知道说国民党要你们现在必须要去发言，那反正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但是要讲话的时候，要谈论这个实质内容的时候，想想过去你们国民党是怎么处理的。好，这个吴秉睿委员，好了，维持秩序的啊，你刚才叫人办公会，你啊搁在公会，来，吴秉睿委员，那个黄国昌委员，维持一下秩序好不好？主席，各位同仁，我来做一个简单概要的回答了哈。因为这个委员11人至13人，17条有规定，任期4年，由行政院院长派任之或是派聘之，所以他的权力来源完全由行政院长来决定。那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19条，当他的违法废除职务、废止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如果行政院长认为他不适任，当然可以解任他，这就是所谓造梦能贵之，造梦亦能见之的道理。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中央选举委员会也是这样子的规定啊，跟这个条款的内容是相同的，不要在这上面做文章。好，那个谢谢陈昌明委员，来，陈昌明委员，来，接下来黄国昌委员，我现在才了解我们行政院长的权力很大。孟子讲的造梦能给他跪之，也能给他见之，这个叫做没有法律的基础才这么讲的。但是我今天仍然跟勇敢们，咱台湾的民进党委员跟您讲一句话，你从我们监察委员你们的前辈黄黄雄里面，他里面这个报告里面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他非常遗憾，在做所有报告的时候，当初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碰到李登辉的时候就转弯到所有的案件不见，他非常的遗憾。你们仔细查，你去台本去，不要把我讲到你们就不爽嘛。我们被你练了几十年，我们都很快乐，这样还是过来的嘛。好，我跟你讲哦，一直那好，造梦能贵之，也能见之啊，那个。啊，时代的力量也很大，现在抗争也没有什么对啊。部长，来，部长来。哎，陈委员好。部长好，你是法律博士，有几天过美国的哈佛还是耶鲁的，所以你对法律的话研究非常深，对不对？而且你第一份施政报告的时候，我看到你那为社会的理念、为公益、为这个道德讲出来，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现在赶快请教几行，在几位游行法的时候，没有人敢去谈，他这样很怕公民团体的力量，还行啊，安尼去侵占李焕英，去侵占行政庭，讲政治事件，好，不歧视。起来，好，我说你好好注意这一条。如果任何的案件都可以用政治事件来解决的话，啊，台湾愈来愈老远。起码你跟他搞讲，我就尊重你。你以道德良心，你对法律的认知里面，什么叫做违法？什么叫废除职务？什么叫做其他失职的行为？这个定义太广了嘛。
我唔知咱在一条法律有甲定讲啊，连其他实质行为都要定得清清楚楚，让百姓有所遵循啦、啊。今麦恁定这个法令叫做《霸王条款》，叫做《皇帝条款》，讲了就算了。一直那个搞讲行政院长认为他不好的话，就是不好。哇、哦啊，我唔知大家还在靠边听诶。陈委员，你的时间到了。好，时间到了。对，哎，部长。你是不给他回答，还是我时间到了？你时间到啊！啊，部长，你良心回答一下，我实在没有念过法律系，我唔知讲违法废除职务或其他失职的行为，要如何来定义？你教教我嘛！现在这边有九个律师在、啊。时间到，我请部长回答。啊、来，委员可以做相关其他法律的比较，大概就比较能够了解啊。其他相关、哦、其他也有比较的例子，所以完了要定其他相关法律都写在旁边。那个陈委员，好不好？要有让人家遵循。好，黄国昌委员来。好，谢谢。那个刚刚本会啊，委员会委员啊，针对于第十九条的草案第四款，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质疑啊，那同时指责啊，这一款啊，大概是从来没有看过的条文啊。我在这边具体的说明啊，《公平交易委员会组织法》第七条，《中央选举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就有关于行政院院长免除职务的法律规定，跟目前第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每一个字长得一模一样，每一个字长得一模一样，就是违法废除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这不是。这个委员会在定这个法律草案的时候才独创的，这个在公平交易委员会组织法、中央选举委员会组织法，也是大院三读通过的法律案里面已经清楚的揭示了这样的原则。那第二个部分啊，针对第五款，我只有个小小的建议啊，那给各位委员参考。那个因案受羁押或经起诉啊，因案受羁押比较明确啊，那就经起诉的部分，当然从整个法律体系的解释。可以读得出来是因为刑事案件、啊、那不过如果第五款的话上面写说啊因刑事案件受羁押或经起诉或许会更明确一点以上。好那个蔡玉委员来。啊完的话陈昌明委员第二次发言好还有林维洲委员来。针对这个第四款齁。那我想大家也不用一直在争议这个，大家去读一读《公务员惩戒法》第二条，什么叫做公务员的惩戒项目？就是只有违法废除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就这三个。好、哦，所以我想没什么好争议的，公务员惩戒。好、哦，那这样就是在定义所谓公务员、哦、需要被惩戒的一个范围，所以我们把它定入这一款。好、哦，谢谢。好，这个来陈超明委员来。哎，主席各位委员，不但调查那个调查委员会叫做独立行使机关，检察官也是独立行使机关，你可以随便乱话吗？你现在讲的都是公平交易法什么法？它是针对公平交易法里面的法律，你没有做的话，我可以把你解除呢。啊，这是独立行使的机关呢，还我大人呢？啊，在你讲抬就抬掉啊，不顺从你们换掉，我不满意你。没有照我的指示来做事情的话，叫做废除职务，完全要依照你们来做的才叫做不是那个废除职务的呀、啊。所以独立行使机关，啊，独立行使主权，对呀、啊，啊，你随便的院长就把它换掉，好，好不？唔通大家讲安尼挺多的呀啦。好，维持一下。权力不是这样膨胀啊。台湾的面临的一个，如果法律这么制定的话，让台湾的所有人都没有。依据可以遵循的、啊，它是独立行使机关，它不是公平交易委员会。了解我好啦，卖讲大家无学问，恁搞的律师在这，我看到都怕了啦。来，林维洲委员来。那个针对这个第四款啊、哦，这个违法或废除职务，这个我们有一些疑虑了啊、哦。啊，不过刚刚黄国昌委员也这个指教了啊、哦，就说不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委员会了，其他的哈、哦、公平交易委员会或中央选委会相关都有类似这样的规定。
我想哈，真的是这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哈。这个委员会啊，是要来处理历史里面的过程哦，这个是要超越现有的法律，所以它里面有特别，也大家也知道有规定哦，说政党的色彩要尽量的能够平衡，所以有规定说，单一政党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的委员哈，类似这样。为什么？因为什么？要超越政治啦，高度政治性的问题，你要处分的是国民党，或是哪一个政党的不当党产，这个是高度政治，而且是对现有法律的挑战，以及要对历史做出所谓的这个价值判断。我想这个哦，他的这个一方面他的位阶不一样，他要处理的问题也是复杂化，以及他的这个政治意涵非常的深重，所以这个我们更应该要审慎来处理，不应该让哦，说他应该要位阶更高啊，更让大家各政党都能够认同他是一个客观的委员会。所以如果是要这样子来定位他的话，我们让行政院哦院长，他一定是某个政党的执政党嘛，阁揆嘛。让他有这样的权利，只因他认为他职务上面行使有所废职，然后违法而没有明定违反什么样的法，选罢法还是刑法，那就可以来解除他的职位。那简单讲就是说，他认为不喜欢的人，他就可以把他换掉啊，这样子的公正性。我们所要达到的说可以来处理高度政治性意涵的这种问题啊，也达不到我们希望他做的目的嘛。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这一条文啊是有商榷的必要啦哦。接下来叶一金委员。这个哈，虽然修正案我可以同意，但是我也同意黄国昌委员说的。我们先讲第五款哈，因案受拘押或经起诉，可以再改回来我原来的版本的，就是因刑事犯罪经第一审判决宣告有罪者，这样就更明确一点，我可以同意。但是呢，第四款的部分，违法废止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呢？我刚刚听了国民党委员说了很多次，叫做社会公平、社会自有公平。说实在的，我相信在处理不当党产条例没有错，国民党委员也说了，这是高度政治性的一个特别法，所以呢，社会非常的关注。也因为这样，这里面的的委员会的委员呢，社会更加的社会关注，所以一个行政院长要免除或解除其职务，姿势体大非同小可。如果真的有违法废止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要到免职的地步，那么社会绝对会非常热烈的讨论，所以其实这真的一点都不必担心啊。如果有因私人恩怨或者怎么样废除某一个人的职务，我想社会是绝对没有办法容忍的。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高度政治性的法案，如果有一个违法乱纪的人在当委员，我想也是社会大众很难很难接受的。所以我们这个违法废止职务及其他失职行为，我认为在公务人员惩治法也好，我们刚刚有许多委员提到了，在公民会、在中选会都在有这样的文字哈，这些都一样哈，就是非常清楚的，可以让社会来公平的。谢谢。好，那个林德福委员。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哦，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设置这个里面呢、啊，是全部都由行政院院长来临聘临派，哦，那当然相对啊、哦，这个整个运作的过程里面，哦，那要是可能哪一位委员要是可能在执行他的职务的时候，要是认为说，哦，这个可能对这个他认为说不满意，甚至于他就可以以各种的方式包括这个废止职务啊等等其他来把他免职。所以说我认为说这个任也是行政院院长，那免也是行政院院长，那个权力真的是无上大我认为这个是因为你毕竟这个是我们刚刚很多委员有特别提到，这是高度政治性的，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那既然高度政治性，这个更要严谨，不应该就是凭一个院长啊，他的喜与好哦，喜好或者不满意，他就可以来决定一切哦。我认为这个是真的要好好的来探讨哦。那你要是说今天院长他的权力有这么大，而且讲实在话，我们刚刚已经特别有提过哦，他也并不是说哦，他三级机关。而且他的权力又那么大，哦，那今天要是说你去执行勤务的时候，执行职务的时候，他认为说不如这个他的看法，他马上就可以借由各种理由来把你做处理、做免职。所以说，我认为说这一点哈，应该要好好的来来探讨哦。今天不是说这个我们随随便便、轻轻猜猜就让他就这样把他处理好。我认为这个是这个。有违我们今天这个要立法的意志。以上，谢谢。好，这个刚刚黄国昌委员提了一个再修正的动议啊，就是原来的叶宜津的修正动议的第一项第五款啊，因啊文字我宣告一下，因刑事案件受羁押啊，我看那个获金起诉还是留着好了啦。好，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等一下暂保留，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的。好，来，来，我念一下，大家注意听一下。来，那第十九条，好，第一项第五款，我念了的啦。好，因刑事案件受羁押获经起诉，就文字做一些小的一个修正。好，这个国民党有意见暂保留，等一下我们回头再来处理。第二十条。因刑事案件受羁押了，好，那叶宜津这个在111页，各位委员同仁，第二十条，啊，111页到115页，啊，不啦，来了，等一下，好，我们延长一点开会时间，好，我做一个宣告，来。我们延长开会时间了，来第二十条，111页。好了，我正在处理了，延长开会时间，等一下再来处理。来，那个到115，来了，这个等一下再征求大家意见，但是先延长一下开会时间，好不好？看等一下要处理到什么时候。来，111页20条，时代力量第九条，好、哦，这一个亲民党党团第20条。来，等一下。好，那个叶宜津的第20条，在111页，哦，时代力量第9条，亲民党第20条，111页到115页，啊、哦，来，修正动议，啊、哦，那个叶宜津委员有一个修正动议，来，请议事人员协助一下。20条，来，先让他们拿到条文再宣读。大家好好的仔细看一下。来，20条，就是叶宜津的第20条，在右上角，用圆珠笔写的。来，没有拿到的举手一下。来，议事人员，那个吴秉睿我也没有拿到。来，快点。来，还有那个哦，都没有拿到，一堆人没有拿到。
在右上角哈，注明叶一金的第二十条条文对照表第111页。来，议事人员都发了吗？哎，卡紧嘞，卡紧嘞。来，没有拿到的举手一下好不好？条文对照表，那、啊、不是条文对照，那个修正动议第二十条的修正动议，没有拿到的举手一下。好，都拿到了，我请议事人员宣读来。宣读。委员李俊毅等人对于条文对照表第111页，委员李俊毅等人对于条文对照表第111页叶怡金委员第二十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本会委员会议每月举行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均由主任委员为主席，主任委员不克出席时，由副主任委员代理之。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均不克出席时，由其他委员互推一人为主席。开会时应有全体委员过半数之出席，使得开会。议案之表决以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为通过，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依第六条规定，所为之决议应有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员过半数同意；二、依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所为之决议应有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来，我来来，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来处理一个程序的问题，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的开会通知是八到五点半，好，那按照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好。这个上位时间已届而议事未毕，主席得征询出席委员同意，酌定延长时间。那我是不是建议我们委员会哈，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啊，这个因为早上有拖了一点时间，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把党产条例处理完，我们再散会？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好，赞成这个，这个是什么？好，这个也是他也是在国民党提的一个案啊，建请本次会议至下午五点半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跟这个会议的时间是同一个案啊，我们合并来做处理啊，是不是主席刚刚所宣告的啊？这个我们到处理完毕之后，我们再散会，赞成的请举手好不好？来，清点人数算一下来。啊，大家都要开会了哈，这个大家都要开，少数不想开会的那要尊重多数来。好，几票？十八啊，啊，出席委员几个？总共几个？来，按、啊、那个反对啊，放下放下。啊，反对的请举手一下。好，反对的请举手一下。反对的请举手一下。好。这个反对没有人反对，那主席宣告继续开会。好、哦，我把表决的给我宣告一下。这个出席清点在场人数，在场委员二十五人，赞成十八人，反对零人。好、哦，那这个本案通过，我们继续开会。好，第二十条，来那个宣告了吗？好。这个第二十条刚刚已经宣读叶一金委员的修正的动议，那假如这个委员来，那个尤美女委员要发言的请举手一下，还是要认真开会啊、哦、来，那个文字上的修正，我建议那个第二行哈，均由主任委员为主席，把它改成召集之吧，就那个本会委员会议每月举行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均由主任委员召集。应该是由他召集嘛？然后，由主任委员召集嘛？由主任委员哈，主席拿掉召集了哈，好。来，那个各位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来，那上来讲好不好？我们留个记录。哎，来了，都可以，两边都可以来。啊，未五点半，走到无坏人。来。主席，各位同仁，如果说是要加召集的话，那个主席还是要规范呐，哈。所以均由主任委员召集之，并为主席，可以吗？还是怎么样？
大家。他如果说必要时的召开临时会议的话，那是不是如果按照游委员的建议是要有一个召集的规范的话，那主席可能还是 要留着啦，所以看怎么样。好，来来来，吴委员。主席，各位同仁，这个在这个存续期间内，它是一个常设的机构嘛？啊，这个常设机构呢已经规定，它每个月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那这个召集人当然就是主任委员，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地方不用规定谁召集几个次，就直接规定主任委员是主席。现在这个条文可以处理这样的问题，没有问题啦。谢谢。这个我们就不做修正了哈，就由主任委员为主席来。好，各位还有什么其他意见？没有的话，我们第二十条就按照这个李俊毅委员的修正意见通过。通过。好。第一条通过了。第一条没有，前面有一些通过了。来，二十一条哈。来，我们现在处理第二十一条，在115页，应该是时代力量党团的第十条，是不是？来。好，这个都要处理，但是都没有修正意见吗？没有。好，那个雅芬来一下，雅芬来，来我们继续进行议事，我们继续进行哈。我们现在处理到115条，除115页，抱歉，115页，好，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的第十条。好，这个我们按照时代力量党团的意见通过，有没有意见？好，等一下，等一下。条次我们整理啊。来，是不是请时代力量说明一下好不好？我请时代力量说明一下。来。第十条的条文哦，是本会应就业务执行现况与不当取得财产之调查进度，及时公布于行政院不当党产专属网站，并于每半年向立法院提出报告。那基本上会设计这样子的条文，是因为就有关不当党产，它追讨的进度啊，是全民非常关切的事项。那尽量以公开透明的方式，那回复按照之前很多委员要求行政院的，就不当党产专属网站之前有设置的，要予以回复。那公布在上面啊，让大家能够清楚它的进度。那同时必须要贯彻这个委员会行政向立法负责的精神。那因此里面规范说啊，请他们要求他最少每半年必须要向立法院提出报告。谢谢。我看这个大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哈。我们把它改列第21条。好，那接下来我们处理时代力量的第22条。那个要不要说明一下，黄委员？还是各位有什么问题？来。因为第22条，我们本来是希望说，吼，当初在设置那个吹哨者保护还有奖励规定的时候，我们本来的立法设计，吼，是要求政党他还有他的附属组织尽到主动申报的义务。但是我们主动申报的客观范围，当初在时代力量党团版的时候，只有不当党产，而不包括全部的财产。那现在因为前面的修正动议，我注意到了，吼，包括现在。仍然所有的财产，以及在过去一段时间到目前为止，虽然不再拥有的财产，但是曾经拥有的财产全部都申报在那个范围当中。那当初做这样子的立法设计，主要是跟吹哨者保护结合在一起，希望说这个财产的清册在网站上面清楚的罗列出来了以后，那这样子让其他知道这个党产状况的所谓的吹哨者，他去看说他们到底有没有诚实的申报。那如果没有诚实的申报，发现所谓上面有，应该申报而没有申报的财产的时候，可以跟我们吹哨者保护的条文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资讯的公开跟透明，跟吹哨者保护，还有奖励大家去尽量的去追讨不当党产，然后让委员会可以去呈报有关向委员会呈报有关不当党产的资讯的规范是相结合的。那个各位，假如没有意见的话，哦，我们按照时代力量党团的22条通过，哦，那改列啊，这个22条，哦，那个时代力量党团的第23条，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是不是请黄委员说明一下？
来，在115页，时代力量党团的第23条。因为受到推定的不当党产因为现在政党在我们新的规范架构下面只限于说包括了像党费、像政治现金、像政党补助款，以及前面三项收入所产生的孳息才是属于正当的党产。那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就有关于不当党产取得的来源，它有可能是国家，有可能是第三人。那因此针对第三人，他如果能够自己提出证据去证明说是属于本来其他的人民，或者是按照我国法律所设立的法人或团体所取得者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设计一个程序机制让权利人或者是依法计受该权利的人，可以在前面公告这个财产清单的一年内向本会提出申请回复他的权利。好，这个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其他不同意见？没有。假如没有其他不同意见，我们的时代力量党团的23条改列成我们委员审查的第23条。好，假如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来，我们现在处理第4章，是第四章吗？第4章。好，第4章张敏法则，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法则第4章，好，我们通过。来，接下来叶一金委员的第21条，好，在117页到这个120页、121页的说明栏，好。叶一金的21条，时代力量的25条，亲民党的21条，好，那黄伟哲、郑宝清、郑运鹏、陈廷飞、高志鹏、林俊宪都是21条，还有赖瑞龙21条。来，那有委员这个李俊毅提的这个修正动议，请议事人员宣读一下。委员李俊毅等对于条文对照表第117页叶委员已经所提21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违反第8条第1项规定，逾期未申报者，处新台币5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每逾10日得按次连续处罚，前项处罚已达5次者，其财产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依第6条规定处理之。宣读完毕。好，这个第21条的修正动议，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好，这个是法则的哈。好，假如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按照李俊毅等委员的修正意见通过。这个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到24条了哈，24条。好，那接下来121页的22条，好，那这个应该是第几案了？看一下哈，这25条，好，来25条的修正动议，请宣读。来，议事人员要拿给这个委员25条。委员李俊毅等对于条文对照表第121页叶委员已经所提的第22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违反第9条第1项规定者，处该处分财产价值之1倍至3倍罚锾。宣读完毕。好，这个各位委员，请问按照李俊毅的修正动议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来，我看一下122页，好，叶一金的第23条，黄伟哲23，郑宝清23，陈廷威、郑运鹏、高志鹏、林俊宪、赖瑞龙都是23条，时代力量党团的第26条，亲民党党团的第23条，来那个修正的动议，来我们宣读一下李俊毅委员提的修正动议，请宣读。委员李俊毅等对于条文对照表122页叶委员已经的23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受调查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违反第12条规定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了，我们就修正通过。那现在我看一下，这个是23条嘛？哈，是23吗？这个过了吗？啊？这个过了。这条过了吗？
好，接下来好，124页，好，这个张敏第五章负责，张敏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按照叶一菁委员的版本通过。现在处理125页的24条，叶一菁委员的24条，时代力量党团的28条，亲民党党团24条。好，王伟哲、郑宝清、陈廷飞、郑运鹏、高志鹏、林俊宪的，还有赖瑞龙的第24条。来，这个叶一菁委员。哦，这个是我们现在处理24条哈。李俊毅委员，哦，有针对24条提了一个修正动议，我请议事人员宣读。各位手上拿到了吗？好，来，请宣读。委员李俊毅等对条文对照表125页叶委员已经所提的24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依本条例所处之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经通知限期履行，届期未履行者，由本会或管理机关依法移送强制执行。依本条例应交付管理机关之财产，处分相对人未以处分书锁定期限履行者，由管理机关依法强制执行。宣读完毕。好，那个，请问各位委员啊，我们现在是处理27条嘛，哦，已经处理到27，叶一菁的24条嘛，对不对？好，125页到120，我看一下哈，到130页的说明栏，27条。好，叶一菁的，我们现在在李俊毅委员有提了一个修正意见，哎，没了，这条嘛。去掉吗？好，好，按照李俊毅委员的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那我们就通过第28条哈。我看一下第几页，第130页啊，叶一菁的第25条。好，啊，没有错啊。时代力量29条，现在在审130页。亲民党党团是第25条，啊，王伟哲、陈廷飞、郑运鹏、高志鹏、林俊宪、赖瑞龙都是第25条。来，我请议事人员宣读一下，那修正动议，李俊毅委员提的修正动议。李俊毅等对于条文对照表130页叶委员已经所提的25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第14条锁定处分书送达生效后，应办理不动产登记者，由本会会同管理机关嘱托登记机关登记为国有、地方自治团体或原所有权人所有，得免提出原所有权状或他项权利证明书。前项规定于有价证券、船舶、航空器需办理登记者准用之。前条及前2项财产之执行及移转，免缴纳执行费、税捐及规费。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李俊毅等委员所提的啊，哦，这一个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来，第，我看一下哈，136页，好，哦，叶一菁委员的第26条。啊，王伟哲、郑宝清、陈廷飞、郑运鹏、高志鹏、林俊宪、赖瑞龙的第26条，时代力量的第31条，亲民党的第26条。好，那个修正动议没有修正动议，来，来，我来，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哈，我们现在审到第136页。啊，就是说本会运作所需的经费由行政院年度预算相关科目下支应，大家都一样。136，等一下，等一下。好，哦，够增加点。好，那个
我们回头等一下哈，我处理124页。我两小件了。最上面。哦，好。刚刚漏列了一个时代力量的第27条，哦，在124页的。对，在124页的时代力量的第27条，来，那个这个李俊毅委员啊，有提的一个修正动议，请宣读一下。来，委员李俊毅等人对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的第27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对于本会之罚款处分不服者，受处分者如有不服，得于2个月之不变期间内提起行政诉讼。宣读完毕。对，没有问题。18条。对，不是啦，加26，26这个27啦，27。没有，这个27。这个是27。好，那个在议事人员再宣读一下，那个最后建议修正文字重新宣读：对于本会之罚款处分不服者，得于2个月之不变期间内提起行政诉讼。宣读完毕。好，这个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这个是应该是列在第27条啊，所以其他刚刚的27条，我们往后再顺延一条。好，哎。来说明一下，我们来麦克风。一个是第6条的决定不符，在那个相关规定有一个行政诉讼，还有一个是对于听证的处分不符有一个行政诉讼，还有一个对于处分数的不符有一个行政诉讼。那这个是对于罚款的处分不符有一个行政诉讼，所以各该条项的规定有4种的不同的行政救济的规范了，这样子，就是说前面都已经通过，对，前面都已经个别的有通过，嘿，没关系，我们明天啊，如果不是明天了，明天了，等一下再整理一下，好，对对对，好，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个是应该是列在27条了哈，那刚刚我宣告的28条就27条往后再顺延一条，也就是这个叶一金的第24条刚刚所提的修正动议通过了那个条文，再往后延一条啊，哦。那我们现在处理29条，好，哦，也就是在130页，好，哦，叶一进的第25条，这个过了吗？好，哦，这个过了，29条过了，好，哦，我们现在在处理第，对对。等现在再处理，现在再处理。我们再处理136页的预算的部分。张明过了嘛？哈，哦。来，136有没有意见？来，对吧？来了。相关委员的提案是有提到，都是行政院年度预算相关科目下之印呐，啊，哈，哦。那就这个部分是要考量是如果不需要有行政院年度预算相关科目下之印的规范的话，是不是应该是，我不晓得李俊毅委员可能会比较清楚，是应该是该委员会自己就编列啦，这样子，所以这一条应该是可以不用规范，不晓得大家意见如何。这个就不用定嘛，好不好？这个本来就行政院就是要编列预算啊，啊，没有写跟有写一样啊。那个我请行政院来说明一下好不好？来，行政院的主计金融处，来说明一下。哎，开会怎么可以跑到外面呢？哦，好，抱歉。
是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有关于这一条的话，如果是按照原本各委员提出来的，是说在行政院年度预算相关科目向下指引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另立一个单位预算，因为它本身的经费很小。那如果不立法的话，就变成说这个预算该怎么编列，后续一定会有地方可以编，只是要在行政院向下编，还是要另外再成立一个单位预算，这可能就是留给行政院的行政裁量。好，所以我建议这条就删除了，好不好？不要列了哈。好，谢谢。这条就删除。好，来，我现在处理137，好，137页国民党党团的第12条。啊，大家有意见吗？国民党的案哦。好，不予采纳。好。我程序上还是要宣告啊，好，好，国民党的第十二条我们不予采纳，不通，这个我们不通过。那国民党的提案第十三条不予采纳，好，我们不通过。国民党的第十四条，好，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我们就这个不通过。国民党的第十五条我们不予采纳，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我们不予采纳，不通过。国民党的第十六条，好，不予采纳，这个不通过。国民党第十七条，好，这个很好，嗯，这个是第几条？这个现在是看一下，29啊，29，这个是30了哈。国民党的还是有一条不错的了哈，好，这个是改列到第十三条啊，对啊，第三十条，抱歉，这个国民党原来的提案，依本条例所处之罚款，啊，经限期缴纳，届期仍不缴纳者，主管机关得于《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3条第六项规定，应拨给政党补助金额款项内，啊，竟予以扣除抵充，嗯，很好，啊。好，那我们现在处理第138页国民党党团提案的第18条。好，那这个我们就不通过。好，接下来我们处理叶一京委员的第27条，时代力量的第32条，在138页，亲民党27条，郑宝清、陈廷飞、郑运鹏、高志鹏、林俊宪、赖威龙，好的第27条。来，有一个修正，没有修正案。这是二十八条的，那个有点就是最后一条是不予采纳嘛，就直接由市民自己有行政院禁止，所以这一条是不予采纳。对，就不要是。嘛，这个讲施行细则啦，啊，那个是讲本法的期间。啊，这个施行细则嘛是爱一条授权去定啊，敢是？这一条叶金的这个提案，这一条不予采纳。啊？不予采纳，因为下一条有规定施行日期。啊，你施行细则干免定？好。我们27条就不予采纳，叶一京的为27条就不予采纳。好，最后一条是我看一下，第31条了哈，叶一京委员的这个28条，好，在143页。嗯，这条国民党也有一个案，哦，时代力量党的一个案，那叶一京委员的提的一个修正，那个李俊委员的提的一个修正动议。来，请宣读，宣读了吗？来，宣读一下。修正动议，宣读一下。第三十条修正动议。委员李俊毅等对于第叶委员遗经的28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本条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针对修正动议来。要不要考虑说，那本条要不要定施行细则？本法令施行日由这个主管机关定之吗？
来，那个因为原来国民党是施行细则，行政会同监察院定制，这条删掉以后，我们这个就没有施行细则。好了，应该还是要定的哈。这个在我们现在在处理。刚刚好，我再回头在138页里头，我们在处理国民党党团的第17条嘛，我们后来改列成30条，就是罚款会当为政党补助金遐个扣嘛，接下来就是业余金的27条，我是建议这样好不好？本条例施行期间，本条例的施行，等一下，我再看。由行政院定制，好不好？这个是列成31条。施行细则由行政院定制31条，然后第32条就是施行的日期由行政院定制，本条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制，这个是32条。好，我们按照这个李俊毅委员的修正动议通过。好，我们现在处理完。好，那我是不是建议这样哈？我来。87页怎么样？贵啊哈，来。好，那个我跟各位委员做个宣告，我们议事人员整理这个条文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其实我们修正动议都已经处理好了，好，有前面一些还没有处理的，我们等一下回头来处理。都印出来嘛，对不对？哦，我前面先把它处理完，你们再整理条文了。那大家可以去休息半个小时，回来我们再最后再确认啊。啊？怎么？现在可以马上处理，我怕他们整理不及了。来。好，那个我处理一个程序，我们是不是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大概都处理的差不多哈，前面有一些保留，我们现在等一下马上处理。那是不是可以先请行政部门可以先离席，好不好？好，假如没有意见的话，就可以离席哈。好，那个各位委员同仁哦，这个都还没有休息，大家都站起来，先坐着，好，不能离开哦，来，先不要离开，那个门关起来啊，行政官员离开就好，来离开来，谢谢，那，对那个各位委员同仁，我们现在还没有休息哦，好，我们等一下还有议事要处理哈，还是有可能要用表决来处理啊，请各位要留着，好不好？啊，先不要离开啊。好。来，坐着，各位委员同仁坐着了哈，站起来没关系，但是请在原位，好不好？不要走来走去。来。那个各位委员不要离开，那个雅芬来一下，雅芬，来，
那个清点一下人数，来，总共议事人员清点一下人数几个。那刚才我有跟那个顾委员提到说，这一条是他临时他有提出说明。那这一条有关于罚锾的处分哈，现在就是有关于处分的不服的话，都是要有诉愿前置才能够提起行政诉讼。那所以他这个的部分，我是建议他说可以，如果不服则依法提起行政救济就可以了。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了，那所以到时候协商的时候，或者是等一下再处理，或者再修这个，等一下再处理就好，好不好？直接就处理了。好，那个，好，没关系，好，谢谢。这个人数多少人？啊，来，人数多少人？叫您清点人数啊，十几个算要半点钟，偌济啦？来，这个马上完了哈，啊，请各位先留在原位。啊，十六嘛，对不对？加主席十六，好，十六，好，我们现在回头处理啊，这个我们之前保留的这个暂保留的这个部分啊，那我做宣告，各位假如有意见的话可以表达啊。那我们现在来处理法案名称，李俊毅委员等所提的修正动议，法案名称为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修正这个第一条，哦，这个李俊毅委员所提啊，不用了，我刚刚都宣读过了，都宣读过了，好，哦。李俊毅委员所提的修正动议的第一条，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哦，在这各位手上有这一本吗？好，第二页，哦，这个第二之一上面标号二之一，好，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好，第三页，哦，这个李俊毅委员所提的第二条的修正动议，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这个我们这个页码没有编，哦，就是在右上角，哦，的页一进的第二条，哦啊，修正动议的第三条，哦，请问各位委员对于李俊毅委员所提的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我们现在是第一二三四第五页啊，哦，这个名词的定义，好，哦，叶一金委员的第三条原来的第四条的修正动议，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好，啊，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好，来，现在是念到第四条嘛？对，第四条。啊，那个上次讨论的时候我有讲过，就是后面那个非以相当对价转让而脱离政党实质控制者，你们这句话还要留吗？要，因为有一些，主要是当时是认为考量说它是有这样对价的转让。就调制啊，那我是宣读这个调制，对对对，宣读这个调制。我是最后意思再处理。也有已经相当对价转让出去了。没有。不是，他那个组织是包括的那个法人团体或机构嘛，所以有可能是那个不是一定是一个团体，所以要打击的其实就是类似像妇联会这种团体，但是不打击到盈利的法人，然后他以相当的对价而脱离了政党的实质控制，这有很多的公司其实是这个状况啊。顾律师讲的我了解，但是我现在在讲的是说，在附随组织的定义上面啊，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定义的射程范围，跟你心里面想的，是不是可以合致啊？你所谓非以相当对价转让而脱离政党实质控制者的那个者，你指的是法人团体或机构？啊，对啊，就是指那个曾经被他控制的法人团体或机构，那后来非以相当对价而脱离的政党实质控制了，哎。
怎么样？来。因为你现在就附随组织的部分是曾经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之法人团体或机构嘛，这个部分大家都没有问题嘛。啊，我现在法条的文字上面比较看不懂的是说，非以相当对价转让而脱离政党实质控制者的那个者，指的是法人团体或机构。一样啊，就是法人团体或机构啊。没有，那如果是这样，我把文字哈，我做这样的建议，是不是改为分号？是不是改为分号？我把它建议成说，曾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且非以相当对价而脱离政党实质控制之，要加个且吗？且是 and。对啊，应该或啦，概念上是或啦，且。他们要的概念是他的概念，他是意思是说把法人。所以，曾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且非以相当对价转让而脱离政党实质控制之法人、团体或机构。OK， 好了，这样子会比较清楚。来，我宣告一下，这个黄国昌委员提的修正动议。好、哦，是再修正这个原来的修正动议的第四条啊、哦，那是在第一项第二款哈、哦，这个第二行划线那个部分，我念一下哈、哦，这个大家注意听，曾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顿号）财务或业务经营，好、哦，且哈、哦、啊逗点啊，且以。且非以相当对价转让而脱离政党实质控制之法人（顿号）团体或机构，对不对？对，好，好，各位有没有意见？是要用且还是而啊？而，且了，好了，且了，且比较清楚了。好，且了，且了，好了，好了，好，这个且了啊。啊、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来，第五条，李俊毅委员所提的第五条的修正动议。啊，庄瑞雄，嗯，来，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好、啊，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第六条。这个国民党的提案的第五条，这个不予不采纳。对对。好。来，那个等一下，我们处理这个，刚刚没有处理吗？暂保留。好，暂保留。来。各位回到大本的第四十三页，那个条案对照表。来，我一条一条来处理了。我国民党来采瓜剩小。四十三页要处理国民党的提案。好，国民党的第五条在四十三页里头，所以我们是不予采纳。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这个。不予采纳。好，来第六条，在四十三页国民党的第六条，不予采纳。好，不予采纳，我们就不予采纳了哈。第七条，国民党的第七条，在四十四页的第七条，好，不予采纳。第八条，不予采纳。好，这个我们不予采纳了哈。第八条，在四十五页的国民党第八条，不予采纳。国民党的第九条也在四十五页，不予采纳。啊，不予采纳。好，好，处理完了哈。好，那我们继续处理这个修正动议这一本啊，第七页，也就是修正动议的第六条嘛，对不对？对。好，我们按照李俊毅委员的修正动议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来，第八页也是第七条。我们按照李俊毅委员的第七条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
然后第八条的修正动议，李俊毅的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我们刚刚都讨论过，那我们就按照第八条，就按照李俊毅委员的修正动议通过。来第九条，我们按照李俊毅委员的修正动议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我们就通过。第十条，那个对不起，第九条。刚那个司法有提到一个问题，我不晓得看大家意见怎么样。他的意思是说，前面都有一个办理限制登记是冻结嘛，哈，不能移转了哈。然后第二，接下来是冻结账户，这也没有问题。他现在的问题是说，如系对于他人建业债权的通知怎么样？什么清偿提准，并应将该提准之事呈报法院，本会备查啦。但是好像没有冻结的意思啦，这样子。好像，嗯，好，他有提到这样的意见，看他得通知债务人向清偿地之法院提出的办理清偿提存，如果是得改成应呢？所以应该应提存呢、啊？讲提存的，提存的以后应该是要有一个冻结，不能够让人家领走嘛，对不对？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意思是要冻结它了。如果办理提存，哈、通知办理提存，并冻结后将提存之事实呈报法院备查。好，这上面后面有加什么？一本项所为之提存申清偿之效力，这个是有还是没有？有，那个是刚刚有，这个有。那如果你申清偿的效力就没有冻结啦，就已经清偿了。他的意思是说，因为去清偿提损，所以对国民党已经对国民党发生了清偿的效力了，对不对？但国民党不能让他领走了、哦。那现在是依本向所为之提损申清偿之效力，这没有问题。他清偿提损是清偿了，但国民党不可以领走的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写得很清楚了。提损一定是债权人才能领啊，国民党又不是债权人，他怎么领？不啊，叫国民党是债权人啊！叫国民党是债权人，在这一条国民党是债权人、啊。我们是跟他说，你不可以去付给国民党，你要去做清偿提损啊！啊，但是如果这个是逻辑来看，国民党是可以有可能去将提存的金额把它领走啊。提存之事实呈报本会，怎么样？文字做什么修正？提存所经常提存，应将该提存之事实。怎么样？文字要做怎么样的修正？来，无啦，但是即摆顾立雄律师讲安尼，伊遐安尼，我感觉有问题。也在你变健康去。得通知债务人向清偿地之法院提存所办理清偿提存，并应将该提存之事实呈报本会备查。依本项所为之提存申清偿之效力。那应该要把它加在病之前。得通知债务人向清偿地法院提存所办理清存提偿清偿提存，要讲受提存人在怎么样厘清争，受提存人在怎么样的争议厘清之前，要不得领取，要这样子的条文文字才对。来，进来。
在清偿提存逗点并的这个前这这里这个地方加。那种爱护条件，那就这样，并因冻结，并因冻结。不能再提存住要续名，要续名。并于该债务厘清前，受提存人不得领取。是要厘清还是说本会同意？与本会非经本会同意，那个可能要对一下受清偿人不得看看哦，这一条有没有相转播这条哈？出转播这条。好，进来，文字变哪改？游戏对他人是金钱清偿提存啊，非经本会同意的，受提存人不得领取了。这样可以的，这样可以，这样意思一样。对了，不得领取的在啊。然后不是，那所以这样子。事实要先向本会呈查备查嘛，向该提出是呈报本会备查啦，嗯，然后非经本会同意啦，对，受提出人不得领取啦，非经本会同意，非经本会同意受提出人不得领取啦，他申清偿效力，受提存人，你们这第二清偿提存的东西吗？申清偿效力，应将该提出，他写成那个好不好？提存物受取权的。好，这个大家意见差不多了吗？非经本好，我请议事人员再宣读一下。同意，你那个非经本会同意，那个要放在最后面，还是要放在前面？在备查的后面。来，我请议事人员宣读一下。第四条，第九条第四项建议修正文字如下：第一项锁定禁止处分之财产，如依法设有登记者，本会得嘱托该管登记机关办理限制登记。如系寄托或保管于金融机构之存款或有价证券，得通知金融机构冻结其账户；如系对他人之金钱债权，得通知债务人向清偿地之法院提存所办理清偿提存，并应将该提存之事实呈报本会备查，非经本会同意，受提存人不得领取。依本项所为之提存，申清偿之效力。宣读完毕。好，各位有没有意见？你说让我受提存人啊，把它改成那个提存物受取权人 ，OK 了。哦，对，哦，可以的。这比较合乎那提存。来再讲一次，来我记录一下。提存物受取权人。提存物受提存人，哎，啊，文字再做修正，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再念一次，来，再确认一下。第四项文字。后段修正为：如系对他人之金钱债权，得通知债务人向清偿地之法院提存所办理清偿提存，并应将该提存之事实呈报本会备查，非经本会同意，提存物受取权人不得领取。依本项所为之提存，申清偿之效力。宣读完毕。好，那个，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修正的文字通过。来，接下来我们处理第十条的修正动议，就各位有没有意见？李俊立委员的修正动议，第十条看一下，没有，就今天开始讨论的。好，我们第十条就按照李俊立委员的修正动议通过。第十一条，没有，我们按照李俊立委员的修正动议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我们就修正通过。第十二条，我们按照李俊逸委员的修正动议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我们就修正通过。第增订第十二条之一，好，我们按照李俊逸委员的修正意见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第十三条，我们按照调次后来会不会调整？对，会调次，我们再做调整。好，第十三条，请问各位委员。对李俊逸所提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第十四条，我们按照李俊逸委员所提的修正动议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第十五条，我们按照这个李俊逸委员所提的修正动议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我们就通过。第十六条，我们按照李俊逸委员所提的修正意见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我们就修正通过。第十七条。我们按照李俊逸委员所提的修正动议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我们就修正通过。第十七条之一，好，我们按照这个条次，我们再整理了哈。
按照李俊毅委员所提的修正动议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第十八条。我们按照李俊毅委员所提的修正动议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我们就按照李俊毅委员所提的意见修正通过。第十九条，不是已经通过了吗？第十九条还没有再修正。好，这个我们再修正一个了哈，那个因案那里哈，因行第这个第一项第一款，因案受羁押或经起诉哈，我们再修正的意见是因刑事案件受羁押或经起诉。啊，按照这个修正的文字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二十条已经处理完了，以下好，以下二十四条以后我们就处理完了。好，那个主席刚刚通过的那个就是这里的修正动议的二十六条，我后来已经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条了哈。就是这一本哈，这一本的那个。对本会之罚款处分不服者哈。那本来是修正动议是改成得于两个月之不变迁依法提起先诉讼。那刚刚司法也提醒，就是说罚款的处分要先提起诉愿，再提起诉讼，不能够直接提起诉讼。所以他们建议的修正条文就是改成对于本会之罚款处分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济就好了，好不好？这个对于本会之罚款处分不服者，得依法好。提起行政救济，这样就好了。提起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济。救济 好，这个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修正的文字通过。好。还有什么要处理的吗？不含各位。好。那个时代力量的那个第十七条啊。那个念过了。那个念过，那个有通过是吧？来。好，这个等一下，各位啊、哦，等一下，我还要再处理议事，这个等一下。这个不当当然处理条例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本案啊、这个本席才是要经党团协商，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啊，没有意见，我们这个要经党团协商，请推一位委员于院会讨论本案做补充说明。由张伟来做说明。今天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好，我们现在来处理复议。来。复议要这个。这不处理议啊，叫复议啊。申请啊，复议。现有李俊毅委员等十八人提出复议动议啊，请问各位委员，现在处理李俊毅委员等十八人提出复议动议有没有异议？没有。没有异议，我请这个议事人员宣读复议动议来。委员李俊毅等十八人。提出动议，针对并案审查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等案所为之决议提出复议，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处理复议的动议，赞成的委员来，我们清点人数一下好不好？现在复议动议嘛，然后先处理啊，好。来，针对这个我们复议，我来清点在场人数，总共有十八位，赞成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没有嘛，哈。那反对的请举手一下。好，来算一下。好，在反对的有十八位，赞成者少数，那个复议案不通过。来，拿过来。好，这个跟各位人说明一下，六月八号礼拜三，哦，因为我们在审查完，但是要有议事录要确定，所以六月八我们还是早上要来。一次会。对啊，没有一次会，两次会。两次会。本席深谋远虑了，排了两次会了。好，我们礼拜三还要再继续开会。好，三是不是一下子就会结束？那当然，看状况嘛。确定议事录要结束。那你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九点就要来了。不是，但是国民党会来这边程序发言，然后他会一直搞。好了，这个礼拜三再来啊、哦，还是要来表。对了，礼拜三再来，好不好？我们要确定议事录，哎，礼拜三不要假动了哈。好，散会，来，恭喜大家。
恭喜老爷，过了，恭喜台湾人。好，谢谢你们。好，他扎个空门演会的扎造的。我台湾。礼拜三你搞了。好，我们那个礼拜三开会的地点在九楼，好不好？请各位请早啊。礼拜三群前楼九楼啊，请坐，请坐，请坐。你要大声一点。